Hello，Hello，hello， 稍微等我一下哈，我把这个网络调一下，我稍微调1分钟的网络哈。那个，你们做好准备听我吐大槽了吗？你们做好准备听我吐大槽了吗？好吧，我吐2分钟大槽，不吐，心里不舒服，难受。就是每年在那个高考结束之后呢，我们其实啊，所有的研究高考的老师，无论是哪个学科，他都会第一时间的在网上去，尝试着去解读我们的这个试卷。如果稳妥一点的方式呢，就是解读这个试卷的大方向，因为高考刚考完，答案还没有出来嘛，对吧？所以如果稳妥一点的方式呢，就是解读解读这个大方向，好说说这个题目啊到底难不难，跟去年相比呢，是不是稳中有变，是吧？好说一些好永远都会正确的话，但是这种点击率呢一般就不太高，所以还会有一些剑走偏锋的办法，就是什么呢？就是我在高考的答案出来之前呢。我就先把这个卷子全部就做了，好，做了之后呢，我就第一时间在这个网上抢评，好，这样子的话点击率就会很高，这是一个流量的密码，大家应该能够理解，是吧？那么其实对我们来说的话，我们起码对我自己来说哈，我会特别特别的谨慎，因为我会觉得高考题这个东西啊，我肯定第一时间会做，做完之后呢，因为我之前在新东方负责整个这个中学部嘛，所以我也会找所有的历史老师来跟我一起把答案对一对。好，看看我们的答案呢，到底是不是合理的？但是哪怕做到这个份上了呢，我们仍然不敢把这个答案给公示出来，因为还得等高考的这个答案出来之后，好，再去说可能会比较好一些。因为万一啊你解释错了呢，因为每一个老师他都不可能说我100%把这个题目给做对，尽管我自己觉得我的正确率还是相当高哈。好，但是万一呢，所以就会特别的谨慎。因此，我每次我在 B 站上去贴这个高考试卷的解析之后呢。我一定是把题目做完，跟所有老师对过之后，甚至我进一步的去问各个省市的教研员，他们如果内部能够拿到答案之后，我们核一核，没问题了再张贴出来。所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所有的学生比较负责的方法。但是你知道吗？就会出现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因为很多人已经把他们自己所做的答案发布在网上了，所以一些编书的人或者一些汇总题目的人，他就会把那些并不是正确答案的答案。汇总下来，这就会导致一些问题，导致一些什么样子的问题呢？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吧？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件事儿是在2014年的时候，有点早了，快10年前了，是吧？好，你们看看图上的这两道题，图上这两道题，你们看图上这两道题，左边是2013年当时北京啊东城一模的一个题，他考什么东西呢？他考穆罕默德阿里和凯末尔啊两个人的改革。问改革的相同之处是什么？后来很巧哈，2014年北京高考的时候，他也考了一道题，考的什么东西呢？考的是穆罕默德阿里和土耳其的凯末尔改革的相同之处。你发现是不是同一个题目啊？对吧？所以当时很多很多同学他们在2014年参加北京高考之前，他在考前刷题啊，他其实把左边这个题刷到过，所以对他而言的话。在右边这个题目几乎就是原题，所以当他没过脑子，他就把答案给选出来了。对，那么这个答案是什么呢？啊，这个答案选的是，你看啊，左边选的二和三，二就是开办新式学校，三就是发展工业，倒不是完全相同哈，我的重点也不在原题上头。好，二是开办新式学校，三是发展工业。你看这个高考答案三和四，建立近代工业，实行教育改革。你看，工业对工业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是吧？学校对教育改革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对不对？所以其实我想表达的意思是，如果左边这道题懂了，你们觉得右边这道题会不会做错？如果高考前左边这道题懂了，而右边这道题你们觉得会不会做错？肯定不会做错，是吧？结果当时有个同学做错了，对，当时答案出来之后呢，有个同学做错了，他就特别崩溃，他过来问我，他说老师，这道题我选错了。我说为什么选错了呀？他说我之前我在刷模拟卷的时候，模拟卷给的答案就给的是错的，对吧？
你注意了，这个题模拟卷答案给的是 A，发现了吗？模拟卷答案给的是 A，他当时刷一套模拟卷的时候，这个答案怎么给的呢？他说答案选 C，而且特地说什么呢？本题亦错选 A，你们看到这句话了吗？本题亦错选 A，就这道题明明答案就是 A，结果那套模拟那个书，对吧？我恨了他好多年，那个书叫做《实战北京高考》，不晓得有没有同学买过这个书哈？北京的考生可能听说过这个书。对，你知道吗？明明这个答案就是 A，结果他正儿八经跟你解释说这个答案选 C，然后呢还告诉你本题亦错选 A。那个同学上了考场，对吧？看到几乎是原题重现，他毫不犹豫就把这个正确选项给排除掉了，就把这个错误选项给选出来了。好，当时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是怎么去做的，是吧？好，你当时是怎么做的？他就跟我说他就是这么来的。他说有一道一模一样的题改革的，他说不是不选教育吗？他说我就错了这个选择题，他整套选择题都对了，就错了这一个选择题。当时是13年的一个学生。我说你记得那个原题是在哪里看到的吗？他就说他记得，他就把刚刚那发给我了。然后我看到之后我很崩溃，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题到底怎么回事情哈，他整个人就不好了，对，他整个人就不好了，他就开始骂人了，你知道吗？他就开始骂人了。所以你们应该也能够理解他的这种心情，是不是？就是我在高考的时候，我凭自己本事做的所有的选择题我都做对了，而唯独这道题我做错了。这道题做错的原因呢，其实是因为我之前刷题的时候，他答案给错了，我就记住了那个错误的答案。你说这个有多冤呐？2014年北京高考，它的历史卷子呢是10分，就是我的意思是，就是考多少分就是多少分，实实在在的分，它还不折算，一个选择题就是4分嘛。所以你看，平白无故的4分就没有了，这个你说谁受得了这个打击，对吧？你知道高考现在竞争这么激烈，一分拉开一个大操场的人，所以4分就没了。所以我就想说一件事情哈，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因为现在资讯很多，这是好也不好。好，从好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可以第一时间搞到很多题目，搞到很多题目的答案。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呢，就是有的时候答案它也会有一些问题，出现一些良莠不齐的情况。今天为什么会聊到这个话题呢？就是因为今天有一个特别棒的同学，他跟我探讨一道题的问题，就是这道题。就是这道题，这道题你们看一看啊，这是今天广东省的第二题，今天广东省的第二题，你们觉得应该选哪一个？你们可以把这个题目仔细读一读，读完之后你可以在对话框敲一敲，你们觉得这道题应该选哪一个？因为这道题刚好跟我们昨天讲的知识呢也有关系，你们看看应该选谁比较合适。你们可以在对话框里头把答案敲出来，你们觉得选哪一个选项最合适？选哪一个选项最合适？其他同学呢？你们觉得选哪一个最合适？好，这道题就今天那个同学跟我聊这个问题的时候，真的是好生气啊！因为他又是看了一个那个，对，就是有一个答案，我给你们看啊，他答案给的是 C，对，他答案给的是 C，但是明显这个答案是给的错的，大家知道吗？明显这个答案给的是错的，所以如果没来对的话，很可能就把这个错误的选项给记住了。因此，大家未来啊，如果遇到这种题目，你自己觉得有些问题或者有些疑惑的话，一定过来我们探讨探讨，好吧？这个题目不选 C，这个题目答案选的是 4D。好，答案选的是 4D。我刚刚看到很多同学应该都选对了，我解释解释为什么选 4D 哈。这个题目到底在做一件什么样子的事情？他说有一个东西呢叫做凤巢请。好，他就大概解释一下凤巢请是什么。好，这个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看后面。他说东汉中叶以后呀，王侯多不救国。而以这个凤巢请的名义呢，留在京师。大家还记得我们昨天说过一个什么例子吗？很多很多的朝代，他为了控制那些王侯，他们就会怎么样？名义上把你封到山东做齐王，
但是你的肉身不能够离开首都。大家还记得这件事情吗？对吧？我把你封到山东去做齐王，但是你自个儿别去山东，你的肉身就给我待在首都待着，对吧？山东交给别人去管，交给谁管呢？封国大权操于国相。什么叫国相啊？就是中央朝堂上派的一个人过去代替你管山东。大家想，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诸侯王有没有实权呢？你们觉得呢？把你封到山东去，这个齐王他有没有实权？他的肉身以奉朝请的名义待在京师，对吧？他的肉身以奉朝请的名义待在京师，他自个儿的封国呢，被朝廷派了一个国相过去管，他当然没有实权，是吧？好，所以这道题很明显就指向四壁，有利于朝廷对封国的直接的控制，因为你的王在我这儿，对吧？而且你的那个地盘是我派出去的人在管辖，所以你看，这就是典型的在加强这个中央集权，是吧？我们昨天不是讲那个汉武帝各种加强中央集权的办法，我们当时好像提过一嘴这个事情，是吧？后世很多很多这种举措，好，包括朱元璋当年啊分封的时候也喜欢搞这个东西，就是把你封成藩王了，但是没事你别去，对吧？你就留在这个地方。好，所以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就会让好，这就会让地方上完全没有这个机会好跟他的王接触，好，那肯定是归属于这个中央的管辖嘛。那么为什么不选这个 C 呢？为外戚干政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你想一个特别简单的矛盾哈，如果你是一个外戚，你想把持朝政，你希望朝堂当中有一堆王侯围着你吗？你自个儿想一想呢。如果你是一个外戚，你想操纵皇帝，你希望皇帝身边有一堆他的叔叔伯伯围着他吗？你们觉得呢？肯定不希望嘛，是吧？当然不希望啊。如果真是外戚为了专权的话，他恨不得把所有的王侯全部都撵走，全部都撵走，朝堂上就留着我一个人。外戚是皇帝的舅舅，而这些王侯可能是皇帝的叔叔和伯伯，大家能够反应过来吗？外戚是皇帝的舅舅，而这帮王侯是皇帝的叔叔和伯伯。外戚真想专权的话，他当然希望皇帝身边没这几个亲戚，是吧？赶紧你滚，对不对？这种感觉。所以你看，不可能是 C 这个逻辑嘛，对吧？如果你真选 C 的话，一堆王侯围在那儿，外戚他怎么插手啊？根本不可能是提供了一个便利的条件，大家能够理解这个意思吗？好，为什么不选这个 A 呢？我们今天会讲什么叫地方豪强哈。地方豪强不是指的这种王侯，它就指地方上的这个官员和地主绑在一起。而这个 2B 呢，东汉末年之所以会有军阀割据，是因为黄巾之乱起来以后才会有这个军阀割据，所以大体是这么一个情况。好，这道题目我们就不再多说了哈。好，这是今天我想吐的一个槽，就是我会觉得这种情况呀，有的时候对同学的伤害还是挺大的。我们以后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大家拿不准的一定要过来问一问，好不好？好，那我们刚刚那个就不说了，我们先把昨天讲的这个作业点评点评。因为昨天这个作业呢，大家发现呢，正确选项有好多好多好多的二 B， 发现了吗？很多同学在选这个选项的时候，发现这么多 B 排在一起，他心里就直哆嗦，好，都不敢选它出来了。我们一起来把这个答案看一下，好吧？好，大家把这个讲义翻到我们的那个好答案的哦，翻到我们的那个第四讲的作业，好，就是这个一百多少页来着？101页。好，大家把这个讲义翻到101页。好，翻到101页的同学喵一声呢，我们就开始说这个题目了。好，这几个题目特别的典型哈，今天这个做错的一定要去好好的记一记。好，我们就逐一来说一说。第一题啊，好，各位亲，第一题选 C 的孩子举个手，我看一眼。第一题选 C 的孩子举个手，我看一眼，有吗？第一题有选 C 的同学吗？好，选 C 的我看一眼呢。好，我们来看看这个题目在讲什么哈。选 C 的同学，你要注意了，一定要注意了，以后长个心眼。来，各位同学看题看仔细了，他说分别在埃及、阿富汗和中国呢出土了罗马的一个玻璃瓶子。好，有学者说它是罗马的工匠制作的，他问这体现了什么东西。有同学说那就是罗马的这个玻璃瓶子的技术沿着丝绸之路传到中国来了呀。我今天上午还在跟同学开玩笑，各位同学你们买过工艺品吗？各位同学你们买过工艺品吗？假设举个例子，我家这儿刚好有一瓶六神花露水，若干年之后考古学家考我的家，在我家的遗址里边挖出了一瓶六神花露水，请问他是否可以得到一个结论，说我掌握了制造六神花露水的技能？你们觉得他能够得到这个结论吗？在我家的遗址里边挖出了一个六神花露水，
他就告诉大家说，我掌握了制造六神花露水的这个技能，你们觉得可能吗？对，不可能，是吧？所以大家注意了，你在那个 C 旁边写一个词，叫做偷换概念。发现了玻璃瓶儿，不代表我就掌握了玻璃瓶儿的技术。大家懂我的意思吗？很可能是买的嘛，不一定是我造出来的嘛，是吧？好，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哈，这种典型的偷换概念。好，是典型的偷换概念。能够理解吗？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哈，就是这是我们只能够得到一个结论，说什么呢？说这是罗马造的这个瓶子呀，可能它流通的很广，但未必见得说这个技术它就都被大家给习得了。因此这道题选的是二 B，它促进了这个文化交流，就很可能那边的瓶子传到这个中国来了，大家能够理解吗？好，4D 错在哪里呢？4D 你把这个直接划掉。事实上，我们记住一个小的知识哈，丝绸之路中国和西方有没有直接往来？它是没有的，它间接往来，是吧？好，我们是跟中亚的阿拉伯人可能会有直接往来，阿拉伯人跟罗马人可能会有直接往来，阿拉伯人作为一个二手贩子，中间传导了一下这个商品，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好吧？好，至于这个大肉汁，这个字会读吧？大肉汁成为丝绸之路的中心，这个完全就无从说起了，是吧？好，这个就不说了，我们来看第二题。第二题大家知道答案应该选哪一个吗？好，第二题答案选的是 C 选项，说中医理论的创新呢，多出于疾病高发期。你注意这个图上的信息其实很重要的哈，两个中医理论，哪两个呢？第一个，伤寒杂病论的问世，在这儿，你发现是不是疾病的一个高峰啊，对吧？第二个呢，明末清代产生的这个，好，这个生温病的这个学说，好，生温这个温病的学说，那么你看这个地方它是不是又是一个高峰啊，对吧？好，产生的这个温病学说又是一个高峰，所以明显的理论创新呢，它就是出现在这个疾病的多发期。其他几个错在哪里啊？疾病的流行频数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它无法覆盖住最后这一块，它到最后跌下去了，是吧？因此不是不断的上升，而且中间它也会有下跌，所以这个 A 它说的有点问题，不是对这个图像的精准描绘。二 B， 历代疾病流行与人口数成正比，大家看出来成正比了吗？在这个时候人口飙升到这个位置了，结果疾病呢在下降，所以你看它不一定是成正比的，是吧？好，最后他说明清的温病学说呀是对伤寒论的阳气。大家知道什么叫阳气吗？来，学过政治课的同学知道什么叫阳气吗？好，对，特别好，好，有继承也有否定，是吧？好，有继承也有否定，就是好，那看不出来嘛？你从这个表格本身，你并不知道这个温病学说和伤寒杂病论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关系，是不是？好，这道题我们就不说了，来，我们继续往下看，看到第三题。好，第三题答案应该选哪一个呢？大家觉得应该选谁？好，第三题答案选的是二 B 选项，有利于加强中央对地方的一个控制。其实刺史这个官职啊，我们说过它就是监督职能，对不对？好，是监督职能，所以呢这个肯定是对地方上有一些监管的。二，这个 C 错在哪？它不是行政体制，它不是行政体制。好，大家请注意了哈，什么时候刺史才变成行政官的，还记得吗？我们昨天说过什么时候刺史才变成行政官的，记不记得？对，东汉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好，哦，我在这儿稍微插一句，算了，待会儿我再说吧，待会儿我再说。好，来，再往下走，代表着社会履行监察官员的职能吗？这个不是社会，这是官方，这是官方在履行，是吧？好，可以弥补宰相才干不足的缺陷。刺史做的事儿呀，跟宰相做的是两码事情，对不对？好，宰相人家管的是行政，刺史管的是监察，跟宰相再好再坏，他都没有什么关系。好，所以呢，这道题选的是二 B 选项。啊，这个 OK 吧？来，我们再往下看，看到第四题。第四题，淮阴侯你们知道是谁吗？就是韩信，是吧？于是司马迁讲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什么呢？他说我这个如就是去的意思，文言文当中这个如啊，后面如果跟地名，那就是去的意思，是吧？他说我到淮阴去，淮阴当地的人跟我说呀，韩信尽管是平民百姓，
但他的志向和别人就不一样。后来他的母亲死了，贫困的没有办法去下葬，但他还是想办法呢，给他母亲挑了一个风水宝地。好，到一个什么地步去了呢？在那个坟呢，安在那儿，旁边可以治万家。好，如此开阔，就会有这种将相的王侯的气势，是吧？司马迁说，我听了这个话呀，我还亲自去看了他母亲的冢，果然是如此。那么显然就是口述资料和实地探访相结合，这个题应该很简单，没有什么问题，是吧？好来，再往下走，看到第五题。好，第五题，第五题，大家把时间勾起来，汉代。当你看到汉代的时候呢，你上来就把 A 选项划掉了。做历史啊，一定要对时间很敏感。为什么把 A 选项划掉呢？我们以后都会说分科考试，这个叫科举，什么时候才会有？大家在 A 旁边可以写个词，隋炀帝，是吧？隋炀帝的时候科举考试啊才建立起来。好，隋炀帝科举考试才建立起来，所以呢之前肯定是好不对的。好，之前肯定是没有这个东西的，是吧？好，监察体系的改进，这个也不对。为什么呢？这是选拔官员的方式，大家发现了吗？记不记得昨天我们讲啊，汉代选官有两种，一个叫做什么呢？叫做察举，而另外一个叫什么呢？叫做征辟。这个毫无疑问他讲的是征辟，还记得吧？征辟是自上而下的去挑选这个人做官。好，那么同样呢，你就把这个哦，对不起，不是把它划掉，好，说快了，把四地划掉。好，把四地划掉。好，因为这个征辟它和察举是两条并行不悖的线索，所以这个征辟如何去弄跟这个察举如何去弄它其实没有什么直接关系，是吧？好，因此把这个四地划掉。那么同样的，这个 C 也不对。为什么呢？ C 在跟你聊地方，但你看这个征辟是什么意思呢？它既有中央在征，同时也有地方在征，是吧？好，所以这个 C 它只聊到了地方，没聊到中央，肯定是不对的。好了，答案选的是 2B。 为什么选这个 2B 呢？原因在哪？大家想想看征辟的那个流程哈，我是从地方上选人上来，我自上而下的去选拔。比如说举个例子，好，比如说这个辛蕊他是宰相，对吧？他就在各地去挑人，他就看中了令山，他就把令山选过来了。但是我们大家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辛蕊和令山本来就是好朋友他才选的他。所以这种征辟他就一定要有一个什么东西呢？有个监察在旁边盯着你，这个是否公行，你们是否有一些标准，是否合理。好，这个大家能够理解吗？好，所以这道题选的是 2B 选项哈。好来，我们再往下看，看到这个第六题。第六题反复出现了几个字儿，你圈一圈，特别明显，结合。结合。所以当这么多结合出现的时候，你觉得这个题大概率在考哪个方向呢？大家觉得呢？大概率在考哪个方向？他反复在说结合，在说结合，他大概率在考哪个方向啊？对，交融，是吧？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可能就融合在了一起，所以这个题选的是 2B 选项。中原的传统文化到清朝它都还在，对不对？好，汉代的礼乐制度逐步复原，我们说过没有了，早就没有了，对吧？好，西域文化成为文化的主流，西域文化始终没有取代中原文化。好了，我们来到第七题。第七题是错误的高峰题哈，很多很多同学第七题都做错了。第七题做错的同学吱一声呢，我看看有多少。答案选的是 2B， 答案选的是 2B。 做错的同学吱一声呢，我看看有多少。好，我解释解释哈，这个题它在考什么。首先你把 C 划掉，小农经济的变迁不能够选。为什么呢？官吏和贵族妇女他们其实和这个小农经济啊没有什么关系。还记得小农经济的内容是什么吗？我们之前说过，一家一户，男耕女织，自给自足，是吧？当官的贵族妇女他们是不用男耕女织的，他们是好金字塔顶端的人，是吧？金字塔顶端的人。所以这个 C 划掉。四D也不对。四D在讲什么呢？中国传统主流思想的演变。大家告诉我，中国传统的主流思想是什么思想？中国传统主流思想是什么思想？就是儒家思想。你从这个图上看得到儒家思想的变化吗？当然看不出来，是吧？毫无关联。好，所以呢有同学可能就要选 A。 但是你注意哈，什么时候你才选 A？ 你可以在旁边写一写，什么时候我才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呢？除非你看到版图在扩张，你可以写个词儿版图，对吧？除非你看到民族在融合，你可以写个词儿民族。
但凡涉及到不同民族他们汇聚在一起，但凡涉及到这个国家的版图在日益扩张，我可能讲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发展。那么这道题为啥选 RB 呢？其实原因很简单，大家把这个词勾起来，叫做阶层特征。什么叫阶层特征啊？就是不同等级身份的人，你穿不一样的衣服。你看，农民就穿这种衣服，对吧？官员就穿这种衣服，贵族女孩呢穿这种衣服，衣服都不能够搞混了。这就表示什么呢？表示从汉代一直到明朝，它都会有一种等级，是吧？所谓的礼，它就是等级嘛。所以大家注意了啊，把礼圈起来。我们再强调一下，所谓的礼，那就是等级。而这个所谓的阶层特征，就是不同阶层人穿不一样的衣服。这个明白了吗？这个都懂了吗？都懂的同学吱一声呢。来，我们继续往下走，看到下一题。好，看到这个第八题，看到这个第八题，第八题是典型的内外朝，对不对？佳瑞这么可爱。好，第八题是典型的内外朝，是吧？我们昨天说过，内朝和外朝的区别是什么呢？内朝负责决策，外朝负责执行，所以就是 C，决策权和执行权啊出现了分离。没有同学选 4D 了吧？还记得吗？4D 根本就不是这条线索，是吧？4D 是推应令，它是中央集权那条线索。好，尚书是中央最高行政机构吗？我们说过不是，它是负责决策的。而行政机构是什么呢？是三公，还有印象吧？好，昨天我们其实画过那个图，是吧？内朝负责决策，外朝负责执行，所以呢，这个 A 它是有问题的。分权造成的冗官，大家看到冗官就知道，这个在中国古代史上特指的是哪个朝代呀？看到冗官就清楚了。一般在中国古代史上，它指的是哪个朝代？对，特别好，大家都知道，是吧？它指的是宋朝。我们以后呀讲到宋朝会来说这个问题，所以呢这道题目答案选的是 C，决策和执行啊出现了分离。来，我们看到第九题，第九题如果做错很不应该哈，不过好在我目前为止收到的反馈，第九题做错同学比较少。首先呢，这是内蒙古的呼和浩特，时间呢这是东汉，先把时间地点给搞清楚，时空观念很重要哈。于是，有同学选 4D 吗？把 4D 划掉。你们现在都有经验了，你们告诉我4D 错在哪个字儿？4D 错在哪个字儿？对，特别好，4D 错在优势。你在旁边写个词，我们反复讲过，这种东西它一定是对比出来的，这种东西它一定是对比出来了，没有对比谈不上优势还是劣势。对吧？除非你把农耕经济跟游牧文化做一个比较，农耕经济比重就是更大，它才叫优势，对吧？但凡涉及到这种词儿啊，一定要比，没比就谈不上。好，包括这个日益完善也是如此，对吧？你跟以前比过吗？万一跟人家凋敝了呢？你们说有没有可能？对吧？打个比方，极端一点，万一以前开拖拉机呢，现在用牛耕地了，你告诉我是日益完善还是日益凋敝？好，有同学说不可能以前开拖拉机，对吧？但是你不知道以前是什么情况吗？就这个材料本身，它是不足以推导出日益完善这个结论的，因为它也没有比较，这个能够理解吧？完不完善是跟前面比，它都已经不哪落后了，对不对？好，一定注意哈，很多词儿都是比出来的，没有比较你就无法去判断，对吧？就刚刚那个逻辑，万一以前更先进呢，对吧？好，万一以前更靠谱呢？啊，你没比过，你怎么知道它是完善了呢？是不是？好，来，再往后走。包括这个大量也是如此，它真的就大量了吗？你给我把人口排出来，对吧？假设这个地方有1000个人，其中80个都是戍边的农民，那我就告诉你，这就叫大量了。你这个也没有比，大家发现了吗？所以你会发现这道题啊，你就记住一条，很多词儿它得比，大量也好，完善也好，优势也好，你单个一个材料无从比较，你根本就得不到这种结论。你唯独能够得到这个结论是什么呢？这是边地。而他在用中原的牛耕方法种地，就毫无疑问，边地受到了中原的影响，所以选 RB。这个思路大家清晰了吗？好，来，我们再往下看。好，这道题就是我想说的了。来，这道题选 C 的同学举个手，我看一眼。选 C 的同学举个手，我看一眼。
就拎山举起了双手，其他同学都没有选 C 吗？来，一凡举出了不一样颜色的手，你们都做对了吗？好，这道题目答案选的是 2B 选项，各位同学都做对了吗？来，举没举手的同学啊，都在旁边给我记三行字，我刚刚就是要补充的，我在这道题单独来说。三个东西不能够混为一谈，哪三个东西呢？第一个叫做选官制度，第二个叫做行政制度，第三个叫做监察制度。请大家清晰的意识到，这是三件不同的事情，这是三件不同的事情。我简单问大家，这个材料它在讲什么？讲一选官，还是讲二行政，还是讲三监察？这个材料本身在跟你聊哪一个东西？一二三，聊谁？材料在聊什么？对，材料肯定在聊选官，它写在这儿的选官标准，对吧？你告诉我 C 在讲什么？你告诉我 C 在讲什么？一二三，C 在讲什么？对官员明公过，对官员明公过，知道官员的功与过，这是在干嘛？对。明明一个一的材料，你为啥选一个三的答案呢？大家知道为什么错了吗？对吧？他说的都不是一件事情，所以这道题目呢，就提醒大家注意了。以后我们做到中国古代史的政治制度哈，你起码得知道一码归一码，选官是选官，行政是行政，监察是监察，这是三件不同的事情，千万别把它混在一起了，对不对？你想一个特别简单的道理，假设哈，举个例子，韩浩同学。他已经是大官了，请问各位同学，这个选官标准跟已经做官的韩浩同学有关系吗？韩浩同学在意这个东西吗？对，完全没关系嘛，是吧？你意识到一件事情没有？选官标准是对没当官的人定的，选官标准是对没当官的人定的。你满足了这些标准，你可以去做官儿。但是你当官之后做得好，做得不好，有功有过，这套标准是完全无法去监察你的，是吧？好，所以这个只能够选 B。儒家观念成为察举的一个标准。我们昨天说举孝廉，举孝廉是吧？好，你看这边有什么志节，有经，典型的儒家的典籍，孝悌廉恭都是儒家的道德标准，对不对？好，所以综上所述，这道题选的是 2B 选项。好，没有察举制，没有重视什么家事哈。好，汉代没有通过考试哈，以后隋朝科举再说。好，来，我们再往下看，看到那个第11题。好，11题呢，圈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关中地区。哎，昨天告诉大家了，关中地区在哪儿？还记得吗？关中是指的哪个位置？各位同学还记得吗？我们昨天说过，对，关中指的是陕西省中部，是吧？好，陕西省中部，好，陕西中部，把中部给我加上，陕西中部。后来啊。西汉呢，关注关中，后来呢，东汉的时候他就关注了洛阳，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一个关注关中，一个关注洛阳呀？原因是啥？为什么一个关注关中，一个关注洛阳呀？因为首都不同了嘛，是吧？西汉首都在长安，东汉首都在洛阳，所以就是选四 D，政治中心东移的历史变化。其他都没什么变化，对吧？土地耕作方式，这个还是小农经济为主嘛。土地占有形式呢，还是私有制为主导，是吧？区域间的经济交流呢，啊，这个强不强，跟他关注长安、关注洛阳没有关系。好，来看到第12题，十二题又很有意思了，特别典型哈。来，十二题选 A 的小朋友们举个手，十二题选 A 的小朋友们举个手，有没有？选 A 的小朋友们举个手，有吗？啊，天润这么优秀，还有别的同学吗？啊，你这样显得天润很孤独啊，肯定是有的，因为我都收到了好多同学的反馈。来，各位同学圈一个词儿，我们做历史题的时候呀，时间有多细就看多细，这个有2种看法，很多同学粗一看他就把这个词圈起来了。战国和秦汉北部，但是如果你只读到这个时间，你肯定要犯错误。你得精确读到哪个时间呢？来，
汉武帝时期。换句话说，这条线是战国，而上边这条线是汉武帝。如果你知道这是汉武帝的线的话，你就不能够选 A 了。为什么呢？我举个例子，秦朝是不是统一的封建王朝？当然是。汉高祖刘邦到汉文帝、汉景帝的时候，是不是统一的封建王朝？当然也是。那那个时候他们的边界没变呢？大家反应过来我在说什么没有？秦朝作为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他也没往前推啊。汉文帝的时候，对吧，休养生息，与民无争，他也没往前推啊。唯独汉武帝往前推了。为什么呢？因为汉武帝他在调整边疆政策，他要开疆拓土，北伐匈奴，设立了昨天我们说的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四个郡，对吧？我们说的极端一点，宋朝北宋吧，算不算统一的封建王朝？他其实也算，他把中原统一了，但他完全无暇顾及到丝绸之路这个方向，是吧？好，所以大家一定注意哈，之所以会有这个边界的变化，你可以举一堆反例证明不是因为是封建王朝的缘故，或者不仅仅是因为是封建王朝的缘故，还得叠加政府想去开边了。 OK 吗？好了，我们终于来到今天的重灾区了，第十三题。好，我先说第十三题的答案哈，答案呢选的是 C 选项。第十三题做错的同学举个手我看一眼，我估计是不是就会比较热闹了。第十三题没选 C 的同学举个手我看一眼。这道题很难，对，这道题是一道非常难的题目。那错是正常情况，这道题做错正常情况下它就很难。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解释解释，好，为什么选 C 不选别的。首先 A 肯定是错的吧，分封制是西汉的立国之本，这个肯定不对，是吧？好，分封制你最多说是周朝的立国之本，分封制从此以后它不可能是哪个国家的立国之本了，它最多是一些点缀和花絮。有同学选 4D 吗？武帝时诸侯势力进一步壮大，这个是不是违反史实啊？你们觉得呢？是不是违反史实？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我们讲过推恩令，他就让这个对，所以大家聪明的同学就会发现，当你知道四 D 和材料的冲突，就能够解释二 B 它和材料的联系了。大家看到这儿，有同学或者说我站在同学的立场，我来问你们一个问题：汉武帝的时候明明有178个封出去了，为啥不是势力进一步的壮大呢？你回答我，这有178个人呢，对吗？景帝才封了7个，文帝才封了14个，你凭啥不觉得汉武帝势力进一步的壮大了呢？因为你知道有一件事儿，对，就是韩浩说的数量多质量低。那这儿为啥不可以是数量多质量低呢？各位同学，这里为啥就不能够是数量多质量低呢？你们意识到一件事情没有？好了，我来解释解释这个题目到底怎么回事哈，到底怎么回事，大家看仔细了。 A 直接排除掉这个且不说，四帝的时候封王封侯的总面积其实没有变，我们通过推恩令让一个王国越拆越小了，所以出现了一堆侯王，但其实每个人的版图都很小，因此我们很清晰的知道不可能是诸侯的势力进一步的扩大，这是说错的。那么为什么不能够选二 B 呢？你记住一个结论，你翻翻我们昨天的笔记，笔记应该是在哪一页？我看一眼哈，你直接可以翻到我们昨天笔记的第13页，你应该是在13页的那个封国旁边写过几个字吧，叫做他封什么为主，还记得吗？对，他封同姓为主，有没有印象？我们在这写过的13页的封国的那个地方，郡国并行的那个地方，封同姓为主。我甚至还跟大家讲过一件事儿，刘邦当年杀白马为誓，说什么呢？说非刘姓而亡者，天下共诛之。换句话说，但凡不是姓刘的做王，我们一起打死他。还记得我刚当时说到，后来为什么曹操称王的时候压力会这么大呢？就是因为刘邦有这个祖制。
所以大家了解了这个史实啊，汉初同姓诸侯才是分封的主体，你再来看这个东西，你就能够解释清楚为什么了。因为很简单，封了这一堆，你觉得他应该封的是什么呀？你们觉得呢？封了这么一堆，你觉得他可能封的是什么？封的是王还是封的是侯？你们觉得呢？封的是王还是封的是侯？一定反应过来哈，封了这么一堆，封的是王还是封的是侯？我们昨天说，汉代的分封有两种，王才是有实权的，侯只有一点土地，还得归郡管，大家明白吗？所以大概率刘邦当年做的什么事情呢？封了一堆功臣为侯，他们可能加起来地盘都还没有一个王大，对吧？加起来地盘都还没有一个王大，你能说他们是主体吗？显然谈不上。大家这个反应过来了吗？所以这道题的难就难在这儿，它的这个数字呀太有迷惑性了。但是请大家记住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先记死了，任何朝代分封同姓一定都是主体，否则他图啥呢？你们想是不是？对吧？那我图啥呢？我干嘛我自个儿当了皇帝，我不封我的兄弟，不封我的孩子，我封一堆好不信我这个姓儿的人？任何朝代分封，后来的西晋他也是如此，后来的明朝朱元璋分封都是以同姓为主，对吧？好，这个一定要记住。其次你还得知道汉初分封有两种不同的封法，一个是封王，一个是封侯。封王才是有地盘有实权的，封侯你其实就是给你一个土地很小，你收上面的税，你还管不了当地的人，你还得听你头上的郡来管辖，所以一大堆列侯合在一起，还没一个王有权利，或者还没一个王土地面积大。所以大家理解这道题为什么不能够选二 B 了吗？那我最后再解释解释为什么这个题目啊他要选这个 C。 西汉后期政治趋于腐败，你看从这个地方你就能看出来，到了西汉后期，你哪怕为皇上为朝廷建立天大的功劳，你是一个功臣，你几乎永远不会获得封赏了。反过来，但凡你跟皇帝沾亲带故，你就可以获封。好，当时封侯为主哈。但凡你跟皇帝沾亲带故，你就可以获封。好，但凡你是一个功臣啊，你没沾亲带故的，你想都别想。这就说明他的政治趋于腐败了。好，这道题大家都听懂了吗？好，听懂的同学喵一声哈。如果没有懂的同学，下来一定要跟我私信，好好的问一问。这道题确实有点难，嗯。好，来，我们继续往下走，看到下一个，收尾了，看到这个第十四题。好，第十四题你们还记得这个人是谁吗？是我们上次说过的，还记得吗？我说了一个出土文物跟他有关系，是谁啊？记不记得这人是谁？还记得吗？叫做什么名字？我当时还给大家看过他那个墓葬当中的那个屏风。对，海昏侯是吧？海昏侯，他这个可怜的娃啊，好，在位对吧？27天就被废掉了，所以应该选哪一个？选的是二 B， 与全城的政治斗争呀，宣告失败了，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是吧？好，选这个二 B 选项。其他几个错在哪儿呢？继位之事违背宗法传统，什么叫宗法传统啊？嫡长子继承，你看不出来，对吧？哈，他是不是嫡长子，你都不知道。好，这个诸侯国的势力再度膨胀，这个是中央朝堂上的事儿，跟诸侯国一分钱关系都没有。个人在位期间昏庸无道，且不说这个事儿本身现在都是有争议了，这个材料里边看不出来他是否昏庸无道，是吧？材料本身就没提这个东西，你发现了吗？正是因为出土文物在纠正我们这个观念，所以老师在出这个题目的时候，他都没有往昏庸无道方向去用，他单纯说了什么东西呢？单纯说这个昌邑王刘贺继位之后呀，用自己的亲信可能没有用霍光，是吧？而且下发了好多命令，霍光受不了就把他废了，对不对？完全没提昏庸无道嘛，是不是？好，来，我们看到第十五题，哪些不是汉武帝的词儿呢？做排除法，九品中正制肯定不是。我们今天要说它是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时候的一个制度，是吧？好，再来，黄老无为肯定不是汉武帝，这是汉文帝汉景帝时候的东西，是吧？好，
这个 C 选项哪一个不是？C 选项哪个不是？党锢之祸不是。我们昨天讲党锢之祸是东汉的东西，是吧？因此，综上所述呢，选的是 C、D，有河西四郡、东皇九泉、张掖武威，是吧？贤良方阵，他挑选这个人才嘛，好，举孝廉嘛，好，这个春秋绝育，我们昨天讲过，用这个儒家的典籍去解释这个律法，我们当时还举了例子，好，父亲打你，把你打死了，衙门管不管，是吧？好，春秋告诉你不能够管，对不对？好，这个算命和告命我们也讲过了，好，这个就不提了。好，今天这个作业呢，我们就讲评完毕了。大家把这个教材往前翻，我们今天看一个有一点难的板块哈，三国两晋南北朝。为什么比较难呢？因为朝代很乱，而且涉及到一些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我们看到第17页，好，大家把这个教材翻到第17页，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三国两晋南北朝政权的分立和民族的交融。简单来说吧，你们觉得这是一个治世还是一个乱世啊？三国两晋南北朝，你们觉得是一个治世还是一个乱世？对，乱得一塌糊涂的，是吧？乱得一塌糊涂的，基本上在做这个时候的选择题，我剧透哈，几乎在做这个时候选择题，有乱世优先选乱世，对，有乱世优先选乱世。大家记三个名儿，这一段到底叫什么名字呢？它的全称就是标题《三国》。两晋南北朝有没有简称？三国两晋南北朝有没有简称？有简称，简称为魏晋南北朝。对，大家可以在旁边稍微写一写，什么叫魏晋南北朝呢？他用曹操的魏来指代整个三国，把西晋和东晋合一块儿，这个叫魏晋南北朝。他还能够再简称，简称到极致叫做什么呢？叫做六朝，各位同学听说过这个词儿吗？诗词里头的材料很喜欢用六朝，因为诗词本身篇幅短小，是吧？好，所以如果用两个字能够说清楚的，我就不用五个字说了。为什么叫六朝呀？你们知道哪座城市是六朝古都吗？有同学听说过吗？哪座城市是六朝古都？哪座城市是六朝古都？六朝就是水流水，随流水。天呐天呐，这么多稀奇古怪的答案。来，南京，南京，南京，就在这儿。当年孙权的东吴，他是定都于南京的。后来的东晋，他也是定都于南京的。再后来，宋齐梁陈四个小朝廷呐，都是定都于南京的。对，西安更长。好，所以一般我们说南京是六朝古都，所以这个地方呢也叫做六朝。所以你先记住这个时候的名字哈。好，它叫三国两晋南北朝，叫魏晋南北朝，也叫做六朝。总之呢，数百年的战乱，好，乱到你早上出门去啊，都不一定能够保障晚上可以完整的回来，是吧？好，所以真是这个时候老百姓苦不堪言。因此，你知道吗？这个时候什么东西迅速流传开去了？佛教、道教开始大盛。对，佛教、道教开始大盛。好，我们来看这个图吧，这个图可能会看得加清醒一些。好，这就是这个好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这个情况，大家可以瞅一眼。对，那个，哎，我的这个有一点卡住了。好，那个我翻译一下哈，我的这个 PPT 在这儿。好，稍微跟大家解释解释。对，骊山问南北朝是什么，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好，先是呢，三国。我们可能很多同学啊，从小最熟悉的就是这个朝代了，因为就算你没有学过历史课，应该听说过《三国演义》或者是《三国志》，或者打过游戏，或者看过影视剧，是吧？好，那么后来呢，三国大概也就是几十年左右嘛，群雄凋零之后呢，西晋重新大一统。西晋重新大一统之后呢，出了一个特别诡异的事情，我们待会都说到，地球进入一个小的冰河期。对，当时地球进入一个小的冰河期，全球气温骤降，所以呢，北方的牧场上啊，长不出草来了。大量的少数民族，他们大举南下，攻入中原，北方活不下去了。好，中国的汉族人没那么彪悍，扛不住，是吧？西晋就土崩瓦解，垮掉了。于是西晋的皇族呢，就渡过长江呀，逃到了南京。好，逃到了南京之后呢，北方就陷入了整个少数民族的混战，史称东晋16国时期。
大家熟悉的人呐，比如说书圣王羲之，或者是陶渊明，他们就生活在东晋的时候，是吧？随后中国就隔着长江南北分裂，对，以长江为界，中国南北方分裂了。南方先后兴起的四个小朝代叫做宋、齐、梁、陈，通称为南朝。而北方呢，依旧是少数民族为主导，先后建立了北魏，后来演出来东西魏和北齐、北周，是吧？好，他们称之为北朝。而最终呢，被隋文帝杨坚重新统一了全国。好，大体是这么一个小流程哈。所以冰山大概知道什么叫南北朝了吗？这个时候反正就很乱啊，宗教一下就流行开去了，佛教、道教大盛。你们有想过这个出家当和尚或当尼姑吗？其实我们昨天不是讲吗，在那个汉代的时候，佛教就沿着丝绸之路啊，天哪，一听你怎么想的，就传到中国来了。好，道教呢也在东汉就兴起了。对，我们昨天不是讲那个张角还有五斗米道嘛，对吧？好，这个太平道啊等等等等都兴起了，但是它和儒家的思想是格格不入的啊，相冲突的很厉害。你想一个特别简单的道理哈，如果你要出家当和尚或者当尼姑的话，你能够留头发吗？肯定不能够，对不对？剃光头。但是孔子说过一番什么话呢？他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能够随便剃的。你看冲突的，对吧？所以汉代人比较排斥这个东西。包括如果你出家当和尚或者当尼姑的话，你能够结婚生孩子吗？应该也不可以，是吧？也不能够。好，所以你会发现，好，孔子又说过一句什么话呢？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说你最不孝顺的行为就是不能够给你爹生个孩子来延续香火，对吧？好，所以你会发现，这就是很尴尬。在汉代大家就不相信这个佛教和道教，但是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呀，太乱了，就真的就是你随时可能会死。所以呢，大家迫切需要一个宗教来逃避现实，佛教、道教一下就流行开去了。所以你看，后来唐朝人写诗回忆说什么？说南朝484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还记得吗？就讲那个时候那个场景。总之有记住一条啊，这是一个乱世，做题目乱，对吧？优先选政权更迭，我们先简单理一理哈，它到底更迭了哪些政权？先说三国和西晋，三国鼎立的局面，这个大家都很熟了，魏、蜀、吴三个国家，能够看得出来吧？好，曹操的魏。对吧？好，这个孙权的吴和刘备的蜀，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小细节，跟大家看一眼哈，就是我们先来捋一捋。第一个问题，曹操自己当皇帝没有？曹操自己当皇帝没有？对，没有当皇帝，是吧？是后来他的儿子曹丕当的皇帝，他定都在洛阳，国号呢，好叫做魏，是吧？好，那么随后再往下走，这个蜀刘备称帝，定都成都，国号叫做汉，史称蜀汉。最后呢，吴孙权称帝，定都建业。好，建业是哪个城市？大家知道吗？建业是哪个城市？对，建业就是南京。好，天哪，建业就是南京。来，灵山冷静，建业就是南京。好，孙权嘛，来来来，都回来，你看看孙权在哪里，是吧？哈，孙权在这个位置，好，在这里，好，他定都在南京的，好，不可能跑到长安北边去，是吧？那要跑到长安去，曹操老家就被他端了。这里就会有个问题，谁是正统呢？大家都很纠结，你知道吗？中国古代当皇帝啊，最要命的就是我要争一个正统，对吧？我才是正儿八经的天子。所以你们知道他们分别争正统的方式是什么吗？有的时候考题可能会考得到。各有各的说法，对吧？各有各的说法。曹丕的正统来自于哪？他来自于禅让，他是让汉献帝，东汉最后一个皇帝，把皇位让给他的。大家都知道吧？这个都明白吗？好，他是在，所以这是他的正统的来历。那么你们为什么会觉得刘备是正统呢？因为刘备的正统的来历在哪里？刘备的正统在哪里？在他的血统，是吧？好，他的血统，他姓刘，于是你会发现谁就尴尬了，孙权就特别尴尬，对吧？好，曹丕他能够大张旗鼓告诉天下是汉朝皇帝让我做皇帝的，他把皇位禅让给我了。刘备可以大张旗鼓的告诉天下我姓刘，是吧？我还是那个汉朝皇帝的叔叔呢。于是孙权就很尴尬了，对吧？
所以你觉得他为了当皇帝，他要找一个什么样子的理由来证明自己也是正统的皇帝呢？你们觉得他应该找一个什么样子的理由啊？你们觉得呢？他找一个什么样子的理由？好，没，不是不是不是，他找的理由其实很简单，就是啊，这个我们写一写哈，编嘛，没有理由，编理由总能编出来是吧？所以他一般是找祥瑞啊，你看有凤凰出现了，对吧？好，这个凤凰飞到我家门口来了。好，上天告诉我要当皇帝了，是吧？对，孙权他其实会，大家不要觉得这个搞笑哈。很多考题他会有一些背景材料，就写这个东西。因为当时大家都想当正统，所以各找各的门路。曹丕找的是禅让，刘备找的是血统，而孙权呢，哈，啥都没有，他就需要各种祥瑞。你看，有个祥云出现在我的头上，是吧？经常改年号。好，今天凤凰来了，我改个年号。哎，明天就是江里有龙了，是吧？我再改一个年号。不停的改年号来证明我是正统的皇帝，啊，这个也挺辛苦的，是吧？好，这个就不说了，我们继续往后走。好，随后呢，好，这个三国很快就结束了嘛，就进入了西晋。公元263年的时候呢，曹魏的权臣司马昭，都知道司马昭是谁吧？他是司马懿的儿子，是吧？司马懿都知道吧？跟诸葛亮打仗的人，对不对？好，曹魏的权臣司马昭呢，发兵呢，把蜀国给灭掉了。随后呢？公元266年的时候，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好，代魏称帝，国号晋，史称这个西晋，对吧？定都在洛阳。好，再往下走呢，就是好，这个他叫晋武帝啊。再往下走呢，就是280年的时候，西晋灭吴，完成了统一。大家先把这个词儿记下来哈，我们再来讨论讨论这个事情。这其实是一个悲剧。好，为什么是一个悲剧呢？你们都写好了吗？为啥是一个悲剧呢？中国古代啊，有很多朝代出过特别特别多的开国君主。一般你想啊，提到开国君主这个词儿，他应该都比较英明神武，或者是比较有才华，是吧？但唯独西晋可能就是一个例外。为什么唯独西晋可能就是一个例外呢？因为晋武帝司马炎当皇帝啊，他是怎么一个当法？大家知道吗？很简单，活得长。三国那些群雄啊，全部都渐次凋零完毕了，死得差不多了，是吧？好，于是呢，放眼天下无敌手，晋武帝他就上位了。而他当了皇帝以后，你们知道留下来最为经典的一件事情，或者最广为人知的事情是什么吗？对，作为一个开国君主，他留给世间。最广为人知的传说是什么嘛？就是一口气给自己娶了1万个老婆，1万个，对吧？你看多可怕，对不对？好，当然这个记录后来被另外一个皇帝给打破了，就是这个隋炀帝杨广。好，当年隋炀帝杨广在全国范围之内给自己娶了1万个，这个15万妃子，是吧？好，当年后话了，当年娶了1万个老婆已经是特别惊世骇俗的一件事情了。所以司马炎他每天就思考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今天到底去见哪个媳妇儿，是吧？今天晚上在哪个宫门口过夜？后来他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他就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大家有听说过吗？他就坐了一个洋车，天天就坐这个洋车呀，在那个宫里头晃悠。对，为啥不坐马车呢？估计马车越野能力比较强，是吧？一不小心冲到宫外头去了。这个洋车今天停在哪家妃子的宫门口，我今天就在哪个地方休息。所以后来那些聪明的妃子为了吸引这个司马炎。其实也不是吸引司马炎了，为了吸引这个羊，是吧？好，就从自家这个宫门口啊，这个铺树叶、撒盐巴水，就是羊比较喜欢吃这个东西，一直撒到这个羊圈门口去，把羊给招过来。大家就可以想象哈，一个开国君主他处在这么一种状态，整个朝堂上行下效，他会是一种什么样子的风气？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灰暗的年代就到来了，对吧？大肆诛杀以及骄奢淫逸，好过着各种这种特别横的生活，以至于后来出了一个段子，什么段子呢？后来西晋没了，东晋建国了。东晋建国的时候呢，有一个皇帝有一天呐，好突然之间突发奇想，想研究研究自己的祖先是怎么当皇帝的，好就出了《世说新语》当中的这个记载，你们见过吗？特别有意思，当时有两个大臣，东晋的一个叫王导，一个叫温峤。他们去见到了这个东晋的明帝，东晋明帝呢是个好奇宝宝，是吧？就问温峤：“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
说我们司马家呀是怎么得到天下的呢？三国不是挺牛的嘛，对吧？我是怎么把天下得来的呢？温峤一下就语塞了，好，魏达，对吧？魏达清一下回答不出来，王导就把这个活揽过去，他就说：“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臣职。”他说：“我来好好告诉你，你们司马家是怎么得天下的。”于是王乃继续宣王创业之史。这个宣王是谁呢？就是指的司马懿。后来被晋朝给追封了，是吧？司马懿，他就开始说。司马懿是怎么创业的？诸夷民族，宠庶同己，即文王之末。文王指的是谁呢？就是刚刚我们说的那个人，叫做司马昭。大家还记得那个成语吗？"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是吧？他说："即文王之末，高贵襄公室。"高贵襄公是谁呢？就是当年曹魏的君主司马昭，直接把人给杀了，对吧？所以你会发现，西晋是篡位上台去的。好，当时这个明帝听完呢，就崩溃掉了。没想到我祖先是这么多的天下，是吧？好，覆面着床曰："若如公言，坐安得长？"就连他们家自己的后人都听不下去了，好，因为都以为这个，你看别的朝代是怎么得国的？像这个西汉，是吧？好，汉高祖刘邦啊，领着3尺剑斩白蛇起义，把项羽打服了。好，后来朱元璋怎么得国的，对吧？开局一个破碗，后来当了皇帝，对不对？李世民怎么得国的，也是东征西讨，把全天下都给打统一了。结果唯独呢，他说我们这个朝代呀，是逼人家孤儿寡母禅位来的，所以其实你会发现当时整个秩序啊，彻底就崩塌掉了。于是我们再来看后面，西晋存在的时间真的就特别特别短，于是，大概不到50年，半个世纪左右，它就垮掉了。原因在哪呢？我们刚刚讲过，大量的少数民族内迁到中原。但是各位同学，你们在这儿补充几个关键词哈，因为可能会考得到，或者在背景材料出现。来，我们写一写这一行字。我逐一跟各位同学解释解释什么意思。当年司马炎当了皇帝以后呢，也开始分封诸侯王，封了一堆王。好，我们都知道，一旦王封多了，可能就会出现什么样子的情况呀？一旦王封多了，可能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大家觉得呢？对，多了就大家都想独立。当年汉初的七国之乱是吧？很快司马炎一死，他的儿子就继位登基了。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件事儿，他的儿子叫司马衷，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特别著名的一个皇帝。为什么特别著名呢？大家一定听说过他的那个典故。当年司马衷在位期间呢，民间闹饥荒，老百姓没饭吃，于是大臣就跟他讲啊，民间要饿死人了，没有饭吃。于是司马衷就说了那句特别经典的话，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对，就是这个东西。没饭吃，何不食肉糜？是吧？他们为啥不喝肉汤呢？为啥不吃肉呢？对吧？所以你看，他就脑子有问题。所以在他统治期间呢，底下8个诸侯王一起起来造反，反了10几年左右。好，内部朝堂秩序一下就坍塌掉了。刚巧在这个时候，我们刚讲，地球迎来小冰河期，是吧？大量北方少数民族啊，攻入中原。旧史上称为五胡乱华，哪五个胡呢？哪五个少数民族呢？匈奴、鲜卑、羯、氐、羌这五个民族，大家一定要把这五个民族给记住了哈，因为这个在史料上会经常出现，把这个民族的名字一定要记住了。好，于是他们在攻入中原的过程当中呢，你可以看得到，对吧？大举攻下来，很快就把洛阳给攻破了。很快就把洛阳给攻破了，当时西晋皇族仓皇的逃去了长安，结果没想到呢，人家不依不饶，继续打到长安去，是吧？所以你会发现，316年的时候，匈奴人呐把西晋给灭了，匈奴人把西晋给灭了，这个事儿称之为什么呢？称之为永嘉之乱。对，所以大概知道，看到永嘉就是西晋快要垮掉了，是吧？西晋快要垮掉了。好，这一页大家先把这行字记下来，因为我们先把朝代线索梳理完哈，你对这个朝代线索是怎么演进的，得有一个印象。好，写完的同学瞄一声，我们再往后走。
还出现了老虎，好，特别棒。好，随后呢，我们继续往后走，就来到了东晋和南朝。我们先把南方说完哈。公元317年的时候呢，司马睿建立了晋朝。好，当时西晋垮掉了嘛，司马睿作为司马家的皇族成员是吧？好，来到南京，建康也是南京哈，你把它勾起来。好，定都建康，建康也是南京。好，改名了，改叫建康了。好，于是呢，氏族政治啊开始兴起了，对，就定都在这个位置，定都在建康。好，氏族开始崛起了，什么叫氏族呢？我们稍后会解释，只跟大家讲啊，当年流传一句话特别出名，叫做什么呢？叫做"王与马共天下"，你们听说过这件事情吗？"王与马共天下"，王羲之大家都知道，当年王羲之的爸爸是历史上一个特别神奇的人物。他特别敏锐的看到，都还不是王导哈，王导是王羲之爸爸的堂兄，是王羲之爸爸的堂兄。王羲之的爸爸当年看到北方乱成这个样子，他跟这个司马睿关系特别好，就哥们儿，因为当时司马睿还没当皇帝嘛，是吧？就跟他说往南走，南方安全。于是，在王羲之父亲的策划之下，整个王氏家族和司马睿一起来到了南京。过不多久呢，北方西晋垮了，司马睿在南方立国了，是吧？王氏家族特别显赫，当年一度号称王与马共天下，就是司马睿登上皇位的时候，他特别客气的跟这些王家的大佬说，我有今天全部是你们所赐，是吧？我们来共治天下吧，就以这种姿态。但是很遗憾的是，王羲之的爹后来在历史上消失了。为什么消失了呢？就因为刚刚我们不是讲匈奴在一直跟这个晋朝打仗吗？当年王羲之的父亲是领兵出去作战，结果一仗打下来呢，就从此再无音信了，对，消失掉了。好，王羲之一辈子几乎就没怎么提过他的父亲，所以你们知道可能会是一种什么样子的结局吗？就是王羲之一辈子没有这个提到过他的父亲，你们知道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吗？来，有奖竞猜，看大家判断历史的敏锐感高不高哈。我刚刚把故事都铺垫完毕了，王羲之一辈子几乎就没怎么提过他的父亲，你觉得为什么？他当然见过呀，他当然见过。其实很简单，你们想，他跟匈奴打仗就两个结果，对，意味特别好，很可能是这个样子。你想啊，如果王羲之的父亲真的是在跟匈奴打仗的时候英勇的战死了，你觉得王羲之会不会反复的歌颂他的父亲？你们觉得呢？如果王羲之的父亲真的是跟匈奴打仗啊，反复就对吧，特别英勇的战死了，你说王羲之会不会反复的去歌颂他的父亲？在他各种的诗歌和文章当中，他一定会。但是比较蹊跷的是，王羲之一辈子就没提过他父亲了，对吧？在王羲之年幼的时候，他父亲出去跟匈奴打了一仗，从此以后王羲之就没提过他爹了。很有可能，对，史学家就猜啊，因为历史书上没有记载，对，还得出土文物材料的去佐证，是吧？史书上没有记载。就从那一仗之后，王羲之的爹的名字在史书上就消失了，很有可能他当年可能就投降了，对吧？好，所以呢就不好意思提，有这个可能性。好，我们就不说了。但是王氏整个家族啊还特别盘根错节，很强大。其实大家都知道，在整个东晋哪两个家族是最强大的？除了姓王的还有姓什么的，知道吗？除了姓王的还有姓什么的？对，谢。你看后来唐人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是吧？还有姓谢的。好，这个就不说了。好，南朝你把这个顺序记住就可以了，宋齐梁陈。好，我们就不说了。来，我们继续往后走哈。来，我们继续看北边。刚刚把南方的情况说完之后呢，我们来看一看北方。北方是少数民族割据了。好，就这个最开始呢，东晋的时候北方叫十六国，这个要匹配清楚哈，东晋十六国。氐族的前秦统一了北方，好，当年前秦，好，结果后来成为了东晋的背景板。大家都知道爆发了一个什么战役啊？叫做淝水之战，这个听说过吧？听说过这场战役吗？当年前秦一度特别的强大，想要渡过长江，把东晋给灭了，统一天下。结果东晋呢，对吧？以少胜多，打赢了这个淝水之战，给人类历史上贡献了两个成语，一个叫做风声鹤唳，一个叫草木皆兵。听说过这两个成语吧？
就当年前秦大败溃逃回去的时候呀，一路上总觉得背后有追兵啊，看到草木风一吹一晃动，都觉得有军队，是吧？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听到风一吹啊，天上鸟一叫，就吓得不行。好，所以其实当时前秦统一失败了，失败之后呢，好，继续混乱，对吧？南北方跟着都往前走，南方是宋齐梁陈，北方呢就进入了北朝，这个都 OK 吧？好，来，我们继续往下走哈，我们来看北朝。公元439年的时候呢，鲜卑族建立了北魏，统一了北方。大家从小学过的“花木兰替父从军”，大概就发生在这个时候。你们应该学过《木兰诗》吧？"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不闻机杼声。惟闻女叹息。问女何所思？问女何所忆？民亦无所思，女亦无所忆，是吧？"对，它就是当时鲜卑族北方的这个民歌。后来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分别呢又被北齐和北周取代。好，其实你看看我们最开始的那个朝代线索图就足够了。好，这些东西都很简单哈。我们刚刚所做的所有事情，我总结一句话，单纯给大家看了一下朝代怎么走的。对，其实怎么走的呢？我们都回来，简单来说的话，它就是把这个图给大家呈现了一下。好，把这个图给大家呈现了一下，先是三国，再是西晋，随后就是东晋十六国，再然后分别有北朝，分别有这个南朝，最终统一于隋。好，刚刚我们做的是一个朝代线索的铺垫工作，接下来就是今天的重难点了，大家注意了哈。第一个要研究什么东西呢？第一个，我们首先来研究北魏的孝文帝的改革。而且基于孝文帝改革，关于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我们可要深入的去探讨一下。好，北魏孝文帝改革，都知道他吧？哈，来提问，北魏孝文帝本名叫做什么？看有没有同学知道。北魏孝文帝叫啥？有同学知道吗？对，很好，拓跋宏。好，这是北魏的地图，这个北方是北魏，是吧？南方是这个宋齐梁陈的宋，记住两个人哈，就是这个，对，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记住这两个人，冯太后和拓跋宏。我稍微的解释解释，大家不着急，我们一起慢慢来。这一页我们可能要停留一段时间。孝文帝改革在很多材料题当中啊，它一定会出现冯太后的名字，所以我们要把这两个人的关系给理清楚。北魏是鲜卑族，鲜卑族有个特别彪悍的风俗习惯，你们知道什么风俗习惯吗？就是后宫的妃子呀，如果生了一个男孩，你们猜这个妃子会被怎么样？如果后宫的妃子生了一个男孩，按照鲜卑族特别彪悍的规矩，你们猜这个妃子会被怎么样？对，会被杀了。为什么会被杀了呢？这个妃子会被杀了，对，特别可怕，是吧？特别诡异。因为啊，北魏他们有一个简单粗暴的逻辑，说如果这个男孩未来当了皇帝，他妈妈还活着，很可能就会出现母后干政或者是外戚篡权的情况。大家还记得东汉的这个外戚特别严重，是吧？北魏为了杜绝这个情况，干脆我就从根儿上把外戚给砍断了。每一个皇子他有机会当皇帝的话，他就没妈。反过来，你知道多可怕吗？很多北魏的那个宫中妃子呀，嫔妃怀了这个孕之后，生下来是个男孩，那就坏事了，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是吧？所以呢，趁着皇帝还没赶过来，很多妃子真的是下狠手，就把这个刚刚出生的自己的亲生的婴儿给掐死，特别惨。因为如果他不死，我就死了，是吧？当年拓跋宏他出生的时候，他的妈妈实在是下不了这个狠手。你想亲手掐死自己刚刚生下来的儿子，这需要多大的这个勇气，是吧？好，所以拓跋宏呢就侥幸的活了下来。对，拓跋宏就侥幸的活了下来。鲜卑族是北方的少数民族，这个民族特别的早熟，对，特别的早熟。早熟到哪个地步呢？你看到冯太后，看到拓跋宏，你要知道他们都特别特别的年轻。拓跋宏的父亲当皇帝的时候只有12岁，拓跋宏的爹
当皇帝的时候只有十二岁，后来呢，好，这个拓跋宏自个儿当皇帝的时候，对吧，也特别特别的小，好，就是这个当皇帝当的也早，好，死呢也死的也早，是吧，大概这么一个情况。对，好，那个，所以你们知道吗，当年拓跋宏啊即位登基的时候，好，特别特别的年幼，好，特别特别的年幼，大概呢也就是五六岁左右，好，四五岁左右，虚岁可能就五六岁左右，这么一个小朋友呀，他啥都不懂，所以真正的朝中大权是冯太后在操持。而大家一看就知道，看这个姓儿，他是个少数民族还是个汉人。你看这个冯太后，你看这个姓儿，他是个少数民族还是个汉人，你大概能够猜得到吧？对，他是一个汉人。所以为什么后来拓跋宏啊孝文帝改革的时候要推行一系列汉族举措，他从小被一个汉族的祖母给抚养长大。好，当然话说回来，冯太后没有生过孩子哈。好，如果他也生过儿子的话，好，他也死了，对不对？好，他只不过辈分在那里，他自己不是拓跋宏，跟拓跋宏没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好，只不过辈分在那是祖母。当年四岁五岁的拓跋宏即位登基当了皇帝，而29岁的冯太后成了太后，能够反应过来这个民族多么的早熟吗？所以冯太后和拓跋宏这个组合呀，是一个29岁的女孩和一个四五岁的小朋友，他们当时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你能够理解到这个民族有多么的年轻了吗？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所以其实你简单告诉我，接下来所有的事儿，主要是拓跋宏做的还是冯太后做的呀？你们觉得接下来这些举措主要是拓跋宏做的还是冯太后做的呀？你们觉得呢？对，肯定是冯太后做的。所以很多很多关于北魏孝文帝改革，尤其是孝文帝前期的改革，很多孝文帝前期改革的事儿得记功记在冯太后身上。所以呢，很多材料题啊会出冯太后的材料，这是为什么我跟大家反复要解释解释它存在的这个原因。好，我们就一起来看看什么叫均田制。特别简单，我们逐一来捋一捋。因为长期打仗嘛，对吧，北方一直在打仗，很多人死了，还有很多人呢往南边跑，所以出现了大量的无主荒地，这是均田制得以产生的一个先决条件，大量的无主荒地产生了。好，这个很重要。来，我们继续往下走哈。随后呢，他就规定了所有的荒地收归国有，分给农民耕种，对吧，所有荒地收归国有，分给农民耕种，而且规定不管你是谁，你占地有一个最大上限，你不能够超过这个上限，规定的官民占地的最高数额，这个也都没问题吧。好，于是很显然嘛，那能够提高老百姓的生产积极性，我流离失所呀，我都没有地了，现在突然之间国家给我一块地，尽管这块地是国家的，但是我有这个土地的使用权呀，我能够种庄稼填饱肚子啦，对吧。好，因此可以提高生产积极性，好，促进北方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且因为这个土地是国家的，对吧，你不能够随便买卖，而且它还规定了每个人占地的最高数额，所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土地兼并。以上就是均田制字面上的所有的内容，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把笔记记下来，如果没问题就瞄一声。接着我们就上难度了，各位同学，字面上是这么多，你真的了解什么叫均田制了吗？我们来看一道题，都记下来了吧？记下来我就来看一道题了。我再强调一下，均田制的先决条件是有大量的无主的荒地，均田制的性质是荒地国有，均田制的作用是恢复了经济，抑制了兼并，这是最核心的几个点。均田制是国有制度，但是是荒地国有。好，接着我们就来看一道题，这是湖南去年高考的一道题目，各位同学你们看看应该选谁合适。
来，选谁合适？南北一直在打仗，南北经常打仗，南方北方都经常打仗。嗯，北方打得更多一些，北方打得更多一些。对，乱世。好，新蕊不要管他有没有争议，因为他最后还是出标答了，所以我们要理解出题老师他希望我们怎么去思考这道题目。还有同学要更新吗？答案呢？来来来，赶快赶快把答案公布出来，应该选啥？我先问大家一个小的问题哈，你们觉得这个题目的题干读起来简不简单？还是有一些词儿会影响到你的理解？你们觉得呢？就是你读这个题干的时候，你的感觉是很清晰，知道每个词的意思，还是说有的词我就搞不懂它，我就勉勉强强就读过去了？你们觉得是哪种状态？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道题目的答案哈。我们一起来看这道题目的答案。这道题目的答案呢，应该选谁呢？你们选的是哪一个？你们选的是哪一个？特别好奇，你们可以剧透一下嘛？你们选的是哪一个？我想知道每一个同学，你们选的是谁？你看，我们满屏的争议，发现了吗？好，当我们发现这个地方有满屏的争议的时候，对，这个题就很值得去探讨了。答案选的是 A 选项，答案选的是 A 选项。好，我来解释解释为什么答案选 A 哈。其实我都觉得这个题不要去解释，因为主要是搞清楚几个概念，什么叫做自耕农？大家可以精准的回答我吗？什么叫做大土地所有制？大家可以精准的告诉我吗？好，那么均田制它到底里边跟自耕农有什么关系？大家可以告诉我吗？来，我就问这三个问题，因为其实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做题目之所以做不对啊，是因为对题目当中的一些词儿我们不清楚他在说什么，好像懂了又好像没有懂。比如说第一个，大土地所有制是什么意思？有同学可以告诉我吗？啥叫大土地所有制？来，各位同学告诉我，什么叫大土地所有制？好，林珊，什么叫均田制不进自耕农？大家就拿笔在那个均田制旁边补充吧。我们补充完之后呢，你再来看，你大概就知道这道题很清晰的选什么了。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补充的几个东西哈。我要补充三件事情，大家在那个均田制旁边补充一下。第一件事情。对，大家在旁边写一写。我抛三个问题，大家一起思考。第一个，均田制是土地私有还是土地国有？你们回答我，均田制是土地私有还是土地国有？你们回答我。那么均田制会，对，你看这就是一个很隐蔽的点，大家知道吗？均田制严格来说啊，叫荒地国有。
但在荒地国有的情况下，均田制能够孕育出一些自耕农。你们知道为什么吗？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个东西，希望大家记住了。均田的田其实有两种田，这个很细，大家一定要留意，因为这个如果你搞不清楚的话，你很难解释均田制的一些题目。均田制的田在北魏的时候有两种田，一个叫陆田，一个叫桑田。我稍微解释解释，什么叫陆田，什么叫桑田。所谓的陆田呢，就是这块地是国家的，荒地没主人了，国家收为国有了，我就把这个陆田给你，你去种。不准买卖，你死了之后呢，这个田请还回来，国家还要重新去分。所以大家会发现，这个所谓的陆田呢，它是标标准准的国有的土地，对吧？永远是国家的土地，生死还田。但是同时呢，均田制它还会颁布一些桑田。什么叫桑田呢？这个田如果你耕种了一定的时间，你长期锲而不舍的耕种。这个田就送你了，大家发现了吗？它是可以世袭不还的，只不过呢，可能限制你的买卖，因为是国家给你的，我承认这个土地就是你的，但是呢，买卖可能会有诸多手续，比较繁琐，所以大家首先就会发现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均田制推得久了，你们觉得会不会有一家一户的小农产生？均田制推行久了，会不会有一些一家一户的小农零零星星就出现？他一定会，是吧？他一定会的，因为他有桑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啊，你会发现，慢慢，在那个国有土地的里边就分化出去了一些私有土地。大家发现了吗？好，这是我要讲的第一件事情，一定要补充清楚哈。来，我讲第二个事情。各位同学告诉我，你们猜，此时此刻，北魏或者说推行均田制的国家内部。到底存在多少种土地所有制呢？你们觉得到底存在多少种土地所有制？你们猜，告诉我一个数字，你们觉得会有几种？这个有点难哈，一定要搞清楚。会有几种？好，你们是怎么猜的呀？我好奇怪，二也有，三也有，四也有，你们是怎么猜的呀？你们是根据什么来判断的呀？瞎猜，一共有三种，一共有三种，起码有三种，大家记一记，哪三种呢？来，我告诉大家啊，这三种，第一个，它有国有的土地，无主的荒地它是国有的，无主的荒地它是国有的。但问大家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可不可能打仗打到全国人都死干净的全是无主的荒地？你们觉得可能吗？打仗打到全国人都死干净的全是无主的荒地，你们觉得可能吗？你们觉得可不可能？啊，全国一个人都没有了，所有国家全是无主的荒地。对，其实是不可能的，是吧？总得没有任何，哪怕一战、二战，都没把所有人类杀干净吧，对吧？所以整个放眼全国呀，它一定还会有一些有主的地。均田制是不碰那些有主的地的，所以那些有主的地还以它自己的形式绵延了下去。那么可能就会有两种，一个叫大土地所有制，刚刚那个题目就出现了大土地所有制，是吧？什么叫做大土地所有制呢？就在这个大上头，很多豪强地主啊，他有钱，他兼并了好多好多土地，他形成了自己的田庄。那么这个叫大土地所有制，他就雇很多农民在这个土地上面劳动，这个是存在的。与此同时呢，还有小土地所有制。什么叫小土地所有制呀？就是农民自家就有一亩三分田，我就在自己的田地里边种地。所以，纵然推行的均田制，其实全国起码会有这三种土地所有制度，大家能够理解吗？国有的是荒地，那么有主的土地呢还留着。有主的土地呢分为两种可能性，一个是大地主，他们有很多家产；一个就是小农民，他守着家门口的一亩三分田。好，所以大土地所有制，大家理解是什么意思了吗？理解什么叫大土地所有制了吗？理解了吗？好，那我再多问大家一个问题：截止到目前，我们且不说后边，我们一路历史学过来哈，学到此刻了，你们告诉我，
哪个朝代的大土地所有制可能是最厉害的。就截止到此刻，我们后面先不说，后面也会学到再讲。就截止到此时此刻，魏晋南北朝哪个朝代的大土地所有制是最厉害的？对，特别棒，就是令山说的。我们一起来补记补记，补记补记，就是什么呢？东汉的田庄经济特别发达。我们稍后都会来解释为什么，讲政治的时候我们再说。我们在这先把这个经济纯经济的探讨完。东汉的田庄经济特别发达，对地方全是豪强地主，是吧？所以你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当时还有很多保留下来了，很多豪强地主啊，自己家里边还修堡垒呢，对吧？啊，你寻常一些国家你都攻不进去的那种感觉，是吧？东汉的田庄经济是特别发达的，那是标准的大土地所有制。好了，我再问大家一个小问题。于是乎，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觉得中国古代的农民会有哪些不同的种类呢？起码会有两种不同种类的农民，我们写一写，一个叫自耕农，一个叫佃农。这个听说过吧？自耕农和佃农的区别特别的简单，就是什么呢？就是我手头有没有地。自耕农家里是有地的，他是小土地所有制的主人，对吧？他就在那种地，给国家交税，给国家服役就可以了。对，佃农是自己没有地，他就在这个大土地所有制下生活，发现了吗？自耕农对应的是他，佃农对应的是他，他在大土地所有制下生活，他没有地。他替地主种地，然后呢，地主剥削他，他给地主交租子，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大概把这三层补充完毕，我们再去看那道题目，好吧？大家先看这一页，关于均田制背后的一些信息，都理解是怎么回事情了吗？都明白了吗？看懂的同学喵一声，我们再看刚刚那道题目。所以很多定义一定要搞清楚哈。我的翻译。好，翻回去我们就看刚刚那些题目，他在说什么？他其实在讲什么东西呢？他在说，你看哈，我们一起来看一眼。他说西晋的占田制，我们压根没有学过，没关系。南朝刘宋的占山护田令均规定，我们完全不用管它，看这个就可以了。官员占有农田。山地，这个显然是大土地所有制还是小土地所有制？这个显然是大土地所有制还是小土地所有制？对，肯定是大土地所有制。所以大家就会明白，在这个大土地所有制下产生的是什么农民？产生的是什么农民？什么农民会多？什么农民会少？什么农民会多？什么农民会少？对，一定是佃农多而自耕农少，这个没问题吧？因为很简单，很多自耕农在这个时候呀，他的土地都被官员给兼并了。很多自耕农在这个时候土地被官员兼并了，不得已沦为了佃农。结果到了隋唐的时候呢，推行了均田制。而我们刚刚说了，均田制情况下一定会产生什么东西？还记得吗？均田制情况下一定会产生一家一户的男耕女织的这种家庭的单位，有印象吗？对，所以它一定会慢慢的孕生出更多的自耕农。大家理解这个题目为什么选 A 了吧？就是前面的这个状态在告诉你，自耕农越来越少了，佃农越来越多了，而后面这个状态在告诉你，均田制会催生一批自耕农出来。所以是不是自耕农的数量存在反复啊？先少后多，这个叫反复，大家理解了吗？他在讲自耕农的数量先减少，因为被土地兼并，因为被官员抢地，对吧？后来呢，好，自耕农随着均田制的推广，一点一点的自耕农就兴起了，这个懂了吗？所以就是很多题目的难或者不难，其实在于什么呢？你背后这个概念到底了解没有？所谓的反复就是先减少再变多，这个叫做反复，是吧？反复就是出现波动，反复就是波动，先少后多。先鼓励官员抢田，那官员一抢田，自耕农一下就废了，变成了佃农。后来又推均田，均田就能够孕生出更多的自耕农，于是呢，自耕农数量就多起来了。大家明白了吗？对，好，所以其实这道题
好，我主要是想通过这道题跟大家讲这个背后很多这个土地制度或者是均田制本身的一些细节概念，一定要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情。好，这样子的话做题可能才会更清晰一些。好，我刚刚看到很多人选自地，田制改革的目的是开发土地，客观效果它能够开发土地。你其实记住一条哈，但凡政府推行一个政策，它归根结底是为了干嘛？但凡政府推行一个政策，它归根结底是在干嘛？你们觉得呢？归根结底是要巩固自己的统治，是吧？巩固自己的统治，客观效果那是客观效果。好，但是呢，好，它的目的，这是为了主观目的。任何一个政府，它出台一个政策，它的主观目的都是维护自己的统治，是吧？好，所以把这个主观和客观呢，我们稍微留意一下。来，我们继续接着往下看。这个我们就补充完毕了哈，我们继续往下走。好，那么这是关于均田制我们所发散出来的一些东西，我们继续往下看。那么除了搞均田制之外，冯太后和孝文帝这对年轻的这个祖孙组合还做了什么事情呢？下一个叫做租调制。中国古代啊，男耕女织，所以呢，这个租就是指的田租，叫做粮食。好，租就是指的田租，叫做粮食。而这个调呢？就是男耕女织织出来的布叫做调，好绢或者是帛，所以大家会发现呢，租调制和刚刚的均田制是配套用的。先均田，确保每个农民都分到了地，然后呢，我再问农民收东西，收租收调，是吧？好，租就是粮食，调就是绢和帛，这个叫租调制度。那么它的影响是什么呢？大家记住了哈。简单来说，影响可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好，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但是还有一个隐含的影响是增加政府的编户齐民。为什么能够增加政府的编户齐民呢？租调制和均田制推行出来，你想，如果你是当时的一个农民的话，各位同学，如果你是当时一个农民，你愿意去当大地主的佃农呢，还是愿意到均田制上头来分地呢？你会选择前者还是后者？前者去当佃农，给地主打工；后者我来领国家的地，以后有机会成为自耕农。你们觉得呢？对，肯定是分地，是吧？因为你如果来到国家当编户齐民的话，未来很有可能你就自己有地了。发现了吗？因为根据均田制的那个规则，他会给你陆田，也会给你桑田，桑田可是你自己的呀，以后你就能够自己留着了，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一套东西循环下来。它能够增加国家的编户齐民，把很多这种佃农也吸过来了，因为这个对佃农来说是一个利益更大的一个选择，是吧？好，尽管我要给国家交粮食、交绢帛呢，那我跟地主还得交呢，而且交的可能还要多一些呢，是吧？在国家这儿不光交的少一些，而且我自己还有田了，那肯定能够充实国家的这个编户齐民嘛。好，大家把这一页记完哈，我们再往后走。对，这就是洋务嘛，对吧？好，国家去跟地主抢人，那肯定是好国家的财力、国家的政策，那地主是没有任何还手之力的。好，还有，记住，还没完呢，还有一个配套。其实，除了均田制和租调制之外，还有一个配套，任何政策一定要有人盯着，否则就会走形。这个大家可以理解吧？我们出台任何事儿得有人看着吧，否则你天晓得他怎么做的，是不是？所以呢，我们这儿也补充一个东西，叫做什么呢？废了宗主都护制，实行三长制，领长、里长和党长。好，一边写我一边解释。什么叫宗主都护制呢？所谓的宗主都护啊，就是豪强地主，你这么去理解就好了。宗主都护就是豪强地主。就好比地方上的割据势力，对吧？好，这个地盘不是由官府说了算，而是由当地的那一霸说了算。好，孝文帝他们从制度上不允许了，给你废了。每个地方我强行安排三级长官，领长、里长、党长，是吧？好，领长、里长、党长三级长官，就好比我们的村长、县长、市长一样，安排在那个地方。好，只不过他们的名字叫做邻里党、三长。领长最小，里长稍微大一些，党长更大一些，是吧？大概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你们觉得这个东西对于
中央集权而言是强化还是削弱？我都不用写结果了，你们想都想得到，这个对中央集权而言是强化还是削弱？一定是加强了中央集权，是吧？好，所以大家会发现这三套制度是配合的。我再把这三套制度的逻辑说一说哈。第一步均田，先把田均给农民；第二步租调，我问农民去要了租和调；第三步我让三长监督整个过程的执行，对吧？三长就是地方行政长官，他把地方管得死死的，征发地方的徭役，收支地方的赋税，全部委托给三长。好，于是呢，整个就运行起来了，是吧？好，这就是孝文帝改革的内容。大家先把它记下来，记好了之后呢，这一页完了，我们就瞄一声往后走。随后，孝文帝长大了。长大之后呢，冯太后大家差不多也就退出历史舞台了，因为其实这个民族啊，特别特别的早熟，所以呢，其实也死得很早，对吧？好，冯太后很年轻呢，她也就去世了。然后大概总共呢，可能也就活了有多少岁来着？可能50岁，差不多不到50，49岁，冯太后就去世了。好，然后孝文帝呢，他决意继续的学习汉族文化，但是阻力太大太大了。鲜卑旧贵族啊，没那么多人喜欢汉族，所以孝文帝决定要迁都。他们的原来首都在哪呢？在平城。各位同学，你们知道平城是今天哪个城市吗？平城是今天哪个城市啊？各位同学知道吗？来，有奖竞猜。我不知道有没有平城的同学哈，如果有的话就会知道。No. 啊，那个，哎，你们知道中国有所谓的四大佛教石窟吗？我稍微插一句。你们听说过四大佛教石窟吗？听说过吗？敦煌算是一个，对吧？除了敦煌之外，好，甘肃那边麦积山，对，特别好，有一个叫山西大同的什么石窟？云冈石窟，听说过吧？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还有一个叫什么呢？叫做河南洛阳的。哎，对不起，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那个佛像特别的精彩。我为什么说这个东西呢？都是北魏开凿的，大家知道吗？这两个石窟都是北魏开凿的，北魏这个民族信佛教，都他们开凿的。为什么早些时候开凿在山西大同呢？因为很简单，平城就是山西大同。后来孝文帝把首都迁去了洛阳，于是在洛阳重新开凿了龙门石窟。大家联系起来了吗？好，平城就是山西大同，云冈石窟见证着当年鲜卑族对于佛教的尊崇。孝文帝迁都去了洛阳之后呢，重新开凿了龙门石窟，是吧？交相辉映，这两个四大石窟的两处都是鲜卑人当年凿出来的。好嘞，我们继续往后走哈。平城是山西大同，记住了。原因是什么呢？北方的保守势力很强大，孝文帝想学汉族文化呢，诸多人掣肘不让他学，所以就很难受，是吧？好，于是往南方走，洛阳毕竟是汉族的好聚居地，我过去之后呢，学汉化可能叫阻力小很多了。再来呢，粮食供给困难，平城毕竟很偏远呐，山西那边在当时水路交通都很不方便。你一个小小的国家可能还好，当你成为一个庞大的统一了整个黄河中下游的，统一了整个北方的国家的时候，所有粮食再往平城汇，可能呢就汇不过去了，粮食供给比较困难。洛阳就很方便，对吧？就在黄河边上，怎么着水运都能够有。再来，北方崛起了一个更加野蛮的少数民族，叫做柔然。好，这个民族听起来感觉挺柔弱的，是吧？但其实很彪悍。好，不停的侵扰这个鲜卑的北部边防。你知道跟这种落后的民族打呀就很麻烦。知道为什么原因吗？你过去揍他一顿吧，劳民伤财，对吧？好，你揍不过呢还丢脸，揍赢了你啥东西都没有，抢都抢不到东西，他地方太穷了，对吧？所以孝文帝说，不跟你们一般见识了，我往南边走，北方这个也没啥东西，荒漠之地，对吧？我就让给你们。基于这三个理由呀，孝文帝开始南迁。还有第四个，地理上比较偏僻。孝文帝当年雄心勃勃，他想统一全中国。孝文帝想统一全中国，所以你想，如果是一个统一全中国的王朝的话，首都他觉得应该在天下之中心洛阳比较好，是吧？北方太偏僻了。
基于这几个理由呢，孝文帝就把首都往南走。好，当时还耍了一个小技巧，大家可能知道，对吧？孝文帝当时就说啊，他说他跟所有的鲜卑旧贵族说，我们要提兵南下，攻打南方，要把南方给统一了。当时就带着大军浩浩荡荡的往南走，走到这个长江边上的时候，是吧？啊，对不起，走到这个黄河边上的时候，所有的鲜卑旧贵族都受不了了，大家这个躺舒服了，躺习惯了。现在走了这么久，还要过去打仗，也未知吉凶，未知生死，都不肯走，在那个孝文帝的马前面跪一排，说可不可以不打仗了呀，对吧？好，孝文帝装作很生气的样子，我都出来了，你们告诉我不打仗，我这脸往哪儿搁？好，皇帝的威信怎么办，是吧？好，大家吓得瑟瑟发抖，也不知道该怎么回话。于是这个时候孝文帝怎么说呢？那行，不打仗，我都出来了，那我们就在这儿建都吧，对吧？我们就不回去了。好，所有人就同意了嘛，你知道很多时候中国人就是这个样子，对吧？啊，当你想达到某一个目的的时候呢，你先提一个更加过分的要求。好，结果这个更加过分的要求被大家驳斥之后推回来，你的原有的那个目的或许就达到了，对吧？这是一个很高超的谈判的技巧，大家学会了吗？好，来我们继续往后看哈。总之他就迁过来了。迁过来之后呢，好，影响第一个，加强了对中原地区的控制，这个大家记一下，加强了中原地区的控制。第二个呢，也解决了粮食问题。好，在洛阳那儿的话，好，运送粮食就会比较方便了，是吧？所以一旦完成迁都以后呀，孝文帝拓跋宏就开始正儿八经大张旗鼓的推行他的汉化举措了。所以我们来看第三个环节，叫做汉化。来，先把这个记下来哈，加强控制，解决粮食问题。好，来我们看第一个，穿汉服啊，穿汉族的衣服了。以前鲜卑人的这个服装呢，我们之前讲过这个左衽和右衽的问题，是吧？好，他得啊学习汉族啊那样子去穿衣服。好，随后呢，宽袍大袖穿起来，说汉话，推广普通话。当年孝文帝下了一个特别狠的举措，但凡年满30，你还没学会说中原口音的话，就不要做官了，是吧？好，这个好，赶快学。好，再往下走啊，改汉姓，这个就改得很夸张了，对吧？大量的鲜卑族的汉姓从此就改成了啊汉族人的姓氏。大家可以对应一下，班上有这种同学吗？啊，一定会有的。比如说以前我们说班上有很多很多姓刘的同学啊，其实你的祖上严格来说或许不是汉人，是鲜卑族，你信过一个特别霸气的姓氏叫做独孤，是吧？好，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改回去啊。你看刘什么什么同学和独孤什么什么同学，这个气场或许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是不是？好，你们可以对一下，有各位同学你们自己的姓氏吗？好吧，好吧。好，有同学找到了是吗？好，你可以看一看啊。对，有姓梁的同学，好，对吧？好，还有姓陆的同学，好，还有这个，对，好，牧瑶就可以改成独孤牧瑶，对吧？你看这个名字听得多霸气，是不是？当年全部就把这个姓啊改成了这个汉族人的这个姓氏。再往下走呢，好，我们继续往后看哈。好，随后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通婚姻。好，希望鲜卑族和汉族更加广泛的通婚，这样子的话，好，把血缘给好这个柔和一下。所以你们知道今天中国的56个民族里头还有鲜卑族吗？今天中国56个民族里边还有鲜卑族吗？大家知道吗？还有吗？对，其实没有了，对吧？彻底被汉族给融化了。所以反观的你要知道，没有纯种的汉族人哈，没有纯种的汉族人，好，汉族一定是经过了很多民族血统的融合而成的一个情况。来，再往后，最后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换籍贯。这个籍贯怎么换呢？好，你们知道籍贯怎么换吗？并不是说把你的户口本拿过来啊，改个字儿就完了，是吧？不是这么换的。这个籍贯会怎么换？你们知道吗？就比如说我在这儿讲课，讲了一半，我突然吐口血，我就暴毙死掉了，是吧？好，于是呢，好，这个他们就把我埋在了这个地方。若干年后，如果我有孩子的话，他会回忆他的祖籍，他会往哪个地方想啊？他都会往这个地方来想，对不对？所以当时就是如此。孝文帝让所有迁都去了洛阳的鲜卑贵族啊，
死后就地安葬，不允许迁回北方的祖坟了。你会发现这个一弄的话，就地安葬此后我的子孙就会视洛阳为我的祖籍了，对不对？好，把籍贯就很快的也调整过去了。好，以上是所有的孝文帝改革的汉化举措哈，我们继续往后说影响，我们一起来写一写。这个必须得答，如果真说三国两晋南北朝有什么重要的特点的话，无非是两个，第一个叫做乱世，第二个叫做融合。乱世和融合就是三国两晋南北朝啊它的大主题，一定记住了哈，乱世和融合。好，极大的促进了民族的融合，融合到后来鲜卑族都没有了，对不对？好，你们知道唐太宗李世民的血统吗？李世民，你们知道他是什么血统吗？李世民的爸爸叫李渊，他的妈妈是一个鲜卑族的女孩。对，李世民的妈妈是鲜卑人，所以你以为李世民的身上有二分之一的鲜卑血统吗？不是，为什么呢？因为李世民的爸爸李渊，他的妈妈也是鲜卑人，所以其实李世民折合下来，他只有四分之一的汉族血统，是吧？因为李渊就只剩下二分之一的汉族血统了，李渊的妈妈就是一个鲜卑人。好，然后呢，李渊又娶了一个鲜卑人，生下来李世民，是吧？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民族融合啊，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来，再往后走，推动了北魏社会的封建化。大家如果知道马克思就会知道，马克思对于人类社会的预言是先有原始社会，再有奴隶社会，再有封建社会，是吧？当北魏它是一个游牧民族的状态的时候呢，它还是奴隶社会，而当它全方位的学习了汉族文化，它就开始步入封建社会了。好，步入封建社会了。来，再往后走，推动了北方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为后来隋唐的强盛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好，隋唐一方面血统有鲜卑族的血统，而另一方面呢，好，这个北方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打扎实之后，隋唐就好这个可以蓬勃发展起来了，是吧？好，这呢我们就讲完掉了。来，再往后看，我们梳理完了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线索，我们着重观察了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扎下去看了土地制度之后呢，我们来整体看一看它的政治和文化。我们来说制度和文化，好，就来给这个三国两晋南北朝尝试进行总结。先说这个制度，制度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制度，叫做什么呢？叫做三省制。对，大家千万注意哈，以前我们在学历史课的时候，我们会本能的觉得三省六部是哪个朝代的呀？有印象吗？三省六部是哪个朝代的？三省六部是哪个朝代的？对，唐代的，是吧？但你现在就得知道了，很多材料会提前，很多材料现在在题干当中会提前，三省呢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啊就在慢慢的形成了。对，大家把这句话给我记住了，三省在此刻就在形成中，而且是从幕后走到台前。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大家还记得我们上次课讲到汉武帝的内外朝的时候，我们说过当年所谓的尚书他在哪里办公啊？有印象吗？当年所谓的尚书他是在宫内办公还是在宫外头办公啊？你们有印象吗？我们讲内外朝的时候，我们讲侍中侍郎，对吧？尚书最开始他们在哪里办公？对，在内部办公，他们属于中朝，他们属于内朝，是吧？包括中书门下，其实一开始他们都是干嘛的呀？他们都是皇帝的近臣，他们都是皇帝的侍从。对，你其实可以批个这个词儿，他们几乎从一开始都是皇帝的近侍之臣。皇帝他喜欢近侍之臣，因为从小跟自己在一块儿，对吧？信得过，彼此知根知底。后来啊，慢慢的近侍之臣们的权力越来越大，就从幕后往前台走了，就慢慢的从皇帝身边的那几个顾问成为了朝堂上正儿八经的官员了。这就是三省形成的一个过程，大家可以理解吧，对吧？最开始是皇帝的几个侍从，结果后来呢，皇帝特别宠幸他们，给的权力越来越高，干脆到最后他们就在朝堂上有正儿八经的工作，有正儿八经的衙门，有正儿八经的官爵了。所以你有一个印象哈，魏晋南北朝是三省形成中的一个状态，后来到了隋唐的时候才发展成为了高度完善的三省六部制度。但是很多题目材料呢，他提到魏晋可能会出现三省，你要知道怎么回事，好吧？好，有了尚书省，有了门下省、中书省，好，辅助皇帝进行决策。再往下呢，地方上州郡县三级制依旧沿袭了下来，
因为从东汉以后，这个州就变成了郡的上级领导，是吧？依旧是这个州郡县三级。我们重点看什么东西呢？我们重点看选官制度，叫做九品中正制。好，这个东西啊，就要跟大家做好多好多的补充了，我们逐一来看一下哈。第一个，先说九品中正制的标准。你们想过没有，为什么要改成九品中正制度？还记得我们之前说的察举吗？察举到后来是不是不靠谱了呀？对吧？察举举孝廉，我们说过孝廉是一个不太靠谱的选拔标准，因为它不可量化，有没有影响？对吧？它不可量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需要进行一些改革。于是呢，九品中正制就应运而生了。对，你看它参考两个东西，不光参考品德，还要参考家世。在当时人们理解呀，品德这个东西不好量化的话，我看看你出身好不好，这个总能够一目了然吧。如果你家里边世代清白，我估计你这个品德是靠得住的，对吧？如果你家里边祖祖辈辈都是贪官污吏，或者家里边全是一帮囚犯，好服过刑的，你这个品德可能要打个折扣了，对不对？所以他当时的初衷很简单，就是这个东西，他想纠正察举制的弊端，弥补察举制的不足。他提了两个标准，九品中正制的初衷是两个标准，既看家世也看品德，但是还是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东西，品德好不好看呢？你们觉得呢？品德好不好去判断它是好还是不好？还有印象吗？我们昨天讲的，对吧？如果你想你是执行的官员呢，你一定会觉得后面这个东西一目了然，我干嘛还看前面呢？对吧？我只看后面不就完了呗？所以你就记住了，西晋以来啊，主要就只看家世门第了。对，西晋以来主要就只看家世门第了。就形成了这么一个诡异的格局，叫做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关于这个"士"，大家不要写错了，原版的"士"是这个"士"，但是很多材料它就会传抄讹误，它会写成这个"士"，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或者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是吧？它但是原话的话是这个，你想也应该是这个嘛，下品没有有势力的家族，是吧？什么叫九品中正制呢？跟大家解释解释，就是派官员。把所有的人分成九个等级，九个等级，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中上品、中中品、中下品、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是吧？好，一般上品你就能够做大官，不会有寒门，就是王谢堂前燕，是吧？姓王的，姓谢的，王羲之，王右军，右军将军，他是个提笔写书法的，因为家世显赫，他能够做右军将军，是吧？好，那个下品无士族，下品你就永远出不了头了嘛。来，再往后走哈，继续往后写，这个能够维持士族的特权，但是呢，中央集权程度较低了。大家能够理解为什么中央集权程度较低吗？朝廷能不能够干涉姓王的、姓谢的做大官呀？在这种制度下，朝廷可以阻止王羲之做右军将军吗？你们觉得呢？朝廷能够阻止吗？你们想想这个逻辑，阻止不了是吧？人家家族摆在那儿的，你一纸诏书你也改变不了人家家族啊，家族就这么庞大是吧？所以其实在这个情况下，中央集权程度是降低了，选官的决定不在中央，而在地方上的一些豪门，王家就把王羲之推出来了，你敢不让他做官吗？不行，必须得当是吧？好，就这种感觉。来，把这两个词儿标记在旁边。作为补充，考题容易考。我来解释解释啊，曹丕确立这个好解释。就九品中正制呢，是魏文帝曹丕当时给定下来的，这个好说。那么品题人物的风气，各位同学注意了哈，我们如果读高考题的一些材料，经常会看到这个东西，评点人物。你看《世说新语》，大家应该学过是吧？《世说新语》在某个程度上，它就是在评点当时的那些风流名士。对吧？这个名士有什么样子的特点？我用一个小故事讲给你听。那个名士呈现出一种什么样子的状态？我有另外给你讲一个小故事。从汉代以来，汉末到六朝，特别流行品题人物。大家能够知道为什么流行品题人物吗？为什么流行品题人物啊？就是跟选官绑在一起的，对吧？我怎么知道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情况？我先听，听人家怎么说。他是来自于大家族呢，还是来自于小家族呢？
他的品德到底是好呢，还是不好呢？你看，这个品题人物完美的契合了九品中正制的初衷，品德跟家世。所以我想说什么东西呢？我想说，如果大家以后做题目哈，看到题干材料当中出现了一些在品题人物风气的这种材料，它锁定的是选官方向，它锁定的是选官方向，而跟别的方向关联度不大。大家能够理解我在说什么吗？好，这个都听明白了吗？就是看，但凡看到人在点评人物了，在那个年代，在魏晋时期点评人物了，要知道这个题大概率考的是选官，对，大概率考的是选官。好，我还要做一个补充，大家可以写在旁边哈，写在旁边的空白处。我做一个什么补充呢？我就从"士族"这个词儿拆出来，我给大家看一个题目。这道题目，去年全国甲卷的一道题目，大家看看这道题目应该选谁合适？哎，我的答题卡呢？你们觉得选谁合适？大家仔细看一看，来，抓紧时间，没选的同学赶快投票哈。好，我们一起来揭晓答案。答案呢，选的是 A 选项，长江以南经济发展加速。好，我先要稍微解释解释为什么哈，长江以南经济发展加速。哪些在长江以南呢？都看得出来吧？好，比如说这个江西，好，比如说湖南、广西，你看经济发展是不是很快呀？好，这个户籍的增多明显表示经济在好转，是吧？所以这个 A 肯定是没什么问题的。C、D 应该没有同学选吧？个体农耕经济衰退。那明显从西汉末到东汉中期呢，民户增多了。那么你们觉得农耕经济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呀？肯定是变好了，对不对？好，所以这个 4D 是错的。好，C 又有同学选了哈。以后我们讲经济，我们就会强调这一点。大家知道吗？中国古代的经济啊，一直是北方好，南方不好。我举个例子哈，我举个例子，这是在最开始的北方，经济水平在这儿；南方经济水平在这儿。到了现在呢，北方，对不起，我这么来画，北方经济水平呢，在这儿，南方经济水平在这儿，它就是表达这个意思。所以你们觉得这个是南北经济的不平衡加剧，还是缩短了？其实是南方在追赶北方，大家发现了吗？南方在追赶北方，到经济重心南移之前，南方一直在追赶北方。所以大家就会得到一个结论：经济重心南移之前的史料呀，它讲的一定是南北经济越来越近，越来越近，一直到南方超过了北方，发现了吗？所以其实你就不要选南北经济的不平衡加剧了，你甚至可以得到一个特别武断的结论：在宋朝以前，南方一直在追北方，双方在差距缩小，对吧？这个意思。好，其实我重点想说什么呢？我重点想说这个二 B，
没有同学选二 B，对吧？豪强地主，我看你是不是没有同学选二 B 哈？找不到了，不见了，好吧？我印象当中应该是没有同学选二 B。豪强大族势力没落，我就想补充这个知识点，大家在底下写一写。什么时候中国有了豪强地主、豪强大族？你们有印象吗？什么时候中国有了豪强大族？请大家回答我这个问题。什么时候中国有了豪强大族？我们要较真儿。对，这就是我想补充的问题，大家在旁边写一写。我可能会补充两个东西写在旁边，你们记一下。第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西汉后期出现的。西汉后期伴随着土地兼并严重，豪强地主就出现了。什么叫豪强地主？当官的和大地主绑定在一起，我是一方的郡守，我疯狂的圈田。你看，既是官儿又是地主，发现了吗？这个叫豪强地主。所以你不要把豪强地主跟那些王侯扯在一起哈，豪强地主还没有达到王侯那种级别，对不对？他就是地方上的官吏和地主身份绑定在了一起。在西汉中后期的时候呀，伴随着严重的土地兼并，豪强地主就出现了。后来到了东汉的时候呢，还记得东汉的开国皇帝是哪位吗？大家记不记得？东汉的开国皇帝是哪位？东汉的开国皇帝是哪位？对，汉光武帝刘秀是吧？汉光武帝刘秀，汉光武帝刘秀呀，他当年之所以能够当皇帝，豪强地主功不可没。刘秀尽管我们说他是大魔导师，对吧？哈，天降陨石，他这些都是闲话了。真正能够当皇帝，是因为很多豪强地主当年力挺他，所以刘秀在整个东汉，或者说他们对豪强地主啊，有诸多的政治、经济和优待。因此，刚刚我们讲的这个经济的时候，为什么说东汉的田庄经济格外发达呢？因为当时是允许的或者默许的，是吧？允许或者默许那些豪强地主啊疯狂的圈地，所以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特权。于是乎，来到了曹魏，豪强地主正式升级成为门阀士族。什么叫做门阀士族啊？我不仅在地方上我是一霸，我更加在中央的朝堂上我还有话语权。我累世公卿，朝廷上下哪个位置没有我家的人？这个叫门阀士族，姓王的、姓谢的，是当年显赫的门阀士族。刚刚我们说东晋的开国皇帝，对吧？司马睿，他坐在龙椅上，跟这个王氏家族的大佬们说："我们共治天下吧。"你以为他想说这个话吗？他不得不说这个话，因为事实上朝堂上下到处都有姓王的人，是吧？他只能如此，所以这个叫做门阀士族。从地方上的一霸变成了能够直接左右中央朝局的关键性的人物了。好，这是整个发展的流程，大家把这几步卡准了哈。那么相应的，在我们的考题当中，在我们的材料里头，就会出现如下的一些词汇。这些词汇大家不一定见过，我来解释解释这些词汇。好，有哪些词汇呢？我翻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哈，大概就是这些，你可以看一下：谱牒、乔姓。吴姓、黄籍、白籍，你们知道在说什么吗？各位同学知道在说什么吗？我稍微解释解释哈，就是你理解，你要理解。好，就因为这个东西，好，它不在于说教材怎么去讲它，在于考题的材料里边经常会出现它。什么叫谱牒呢？你说你是门阀士族家庭的，你得有证据啊，对吧？好，你说你姓王，你把证据拿出来啊。谱牒就是这种证据，所以如果你们读材料题，看到有谱牒出来，你要知道它跟这个门阀士族是绑在一起的，它是维护门阀士族的一种身份工具，这个能够理解吗？对吧？出示谱牒就能够证明我是大家族的一员，它相当于一个身份证，把我们家的派系全部画得清清楚楚，我是哪一支的，对吧？好，我周围哪些人全部画得清清楚楚，这个东西叫做谱牒。能够理解吧？好，那我解释什么叫乔姓和吴姓。算家谱可能就太厚了，家谱可能对吧？每一个全部编在里边，每个人做些什么事全部写在里头，它类似于简版的家谱，就是能够证明我是哪一支。比如说我王羲之，对吧？好，我爹是谁？我祖父是谁？对吧？我隔壁还有哪些？我们都是琅琊王氏的。好，大概是这么一个东西。好，我来解释一下什么叫乔姓和吴姓哈，各位同学。
南方北方都有大家族，这个应该不用质疑吧？你们觉得呢？是不是南方北方都有大家族啊？你们觉得呢？这个应该对吧？所以你会发现就会有个问题，当年南北分开了，东晋是从北方跑过来的，还记得吗？东晋是从北边跑到南边来的，整个王氏家族跟着司马睿一起去了南京，这种南渡的北方家族就叫做侨姓。你看"侨居"，侨居，我们今天还说这个词儿，大家能够理解什么叫"侨居"吧？就是我住在不是我家乡的地方，我寄居他乡，叫做侨居，是吧？所以你看到这个，对，华侨特别好。你看到材料题里边如果出现侨姓的话，你就有一个印象，特指从北方来到南方的大家族，他们叫侨姓，特指从北方来到南方的大家族。那么大家猜吴姓是什么意思呢？你们猜吴姓是什么意思呢？你们觉得吴姓是什么意思？猜得到吗？吴姓是什么意思？No，吴姓，东吴嘛，对吧？就是南方的土著，叫做吴姓，就是南方的土著，叫做吴姓。好，这个可以理解吧？好，就是南方的土著，叫做吴姓。好，所以你们会觉得吴姓和侨姓之间会打架吗？还是会相处的一团和气呢？你们猜？吴姓和侨姓之间会打架吗？还是会相处的一团和气呢？大家猜？你们觉得呢？你们觉得呢？对，一定是彼此不服的，是吧？大家都看不顺眼对方，就觉得吴姓会觉得这是我的家呀，你为啥跑到我的家里边来了呢？对不对？好，那个侨姓就会觉得，那你们这帮南方的土鳖，我北方有文化的人过来了，你们还不欢迎，对吧？对，所以他们一定会发生一些冲突，这是所谓的吴姓和这个侨姓，好吧？好，来，我们再来看这个黄旗和白旗的问题。我故意是交错着写的哈，你们知道什么叫黄旗，什么叫白旗吗？当时人登记户口啊，为了区分开这个吴姓和侨姓，他们就用不同颜色的纸来登记这个户口。对，他们用不同颜色的这个纸来登记这个户口。好，所以呢，刚刚我都说出来了是吧？啊，你们猜分别用什么来登记什么？比如说白旗是登记什么？白旗是登记什么？白旗是登记什么？对，是这样子的，这样子的，用白旗来登记侨姓，用黄旗来登记吴姓。所以大家如果以后读材料题哈，看到了黄旗，看到了白旗，你大概也知道，就是指当时那些大家族，有的是本地的土著，有的呢是属于从北方过来的，对吧？白旗就属于临时户口，所以用白色的纸写，是从北方过来的临时人。而这个黄旗呢，就是当地的土著，对，特别好，好，吴黄侨白，好，特别好，吴黄侨白，记住了哈，OK 了吗？好，这个算是我们从氏族这个点呢、啊、发散出来，我们所记住的一个知识，好，这个就理解就行，理解就行，因为它不需要你背，关键是如果在材料题里边出现谱牒，出现侨姓、吴姓、白旗、黄旗，你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情，好吧？来，我们继续往后走，法律制度呢进一步的儒家化了。经常会出现一种什么样子的题目呢？举个例子哈，我给大家解释解释什么叫进一步的儒家化。汉代的法律规定，好，听仔细了哈。汉代的法律规定，爹打了亲生儿子没事儿，但是呢，爹打了养子可能有点不妥。那么到了此刻，此时此刻，爹把养子打死了都没关系。我当举的极端的例子哈。你们觉得这说明了什么问题？你们觉得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在汉代打亲儿子可以，打养子有点问题。在这个时候我把养子打死了都没事儿。你们觉得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对，特别好啊！一听总结的特别对，更儒了，发现了吗？或者说儒家的伦理道德的影响是不是更大了呀？对吧？养子也是子，纵然没有血缘关系，你也符合这个伦理体系。
所以从这个小细节你能看出来，儒家伦理大过了血缘，大家能够体会得到吧？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法律呈现出特别鲜明的这种变化，就儒家的那一套规则呀，完全压过了一切，很多事情就纯粹按照儒家的方式去思考去处理。但是反过来，我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看又回到我刚刚，越是法律这么强调，就越证明当时的世道是乱还是有秩序。越是法律这么强调，恰好证明当时的世道是乱还是有秩序。对，你看一下大家就懂了，是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律令儒家化呢？就是因为太乱了，对吧？没人把这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啊放在心上了，所以我们的法律才会不厌其烦的反复的去强调它。好，来，南方的这个几乎也是这个好租调制度啊，这个全部都推行起来了。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南方的经济开发这个也是一个重点。原因呢，北方长期战乱，好，这个一直打仗，所以大量人口往南走，是吧？好，往南走之后呢，就会出现促进江南开发这个情况，人口一多呀，好，先进的生产力也带过来了，劳动力也具备了，所以江南就很快的开发起来了。好，到这里我稍微补充一个小常识，大家在旁边记一记吧，提前写一写，因为总是会搞错。经济重心南移，啥时候开始的？经济重心南移啥时候开始的？啊，赋税就是租调制，好，新蕊，赋税就是租调制，好，赋税就是租调制，好，因为我们之前强调过，就没说它了。对，大家一定注意经济中心南移的三部曲，请大家记在旁边。第一步就是魏晋南北朝，叫做底下的江南开发，随后呢安史之乱开始南移，对吧？好，最后呢，宋代的时候，南移完成。所以这三步千万千万不要搞混了，千万千万不要搞混了，对吧？千万不要说我们在魏晋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南移了，还早得很，是吧？还早得很。应该是在北宋末年的时候，经济中心完成了南移。北宋末，南宋初，你如果写的精准一点的话，北宋末，好，南移就完成了。好，这是关于经济中心南移的一个小点，我们就补充在这个地方哈。大家都记好了吗？记好没有的时候，我们就往后走。好，来，我们继续往下看。随后我们说一说这个农业，灌溉工具的更新啊，我们记住这个玩意儿叫做翻车，翻车开始使用起来了。什么叫做翻车呢？哈哈，给大家看一下，翻车大概长这个样子。好，这个叫翻车。你看像不像一个自行车的链条呀？有像你骑过自行车的同学应该就感觉是吧？像一个自行车链条。好，你一踩它呢，它能够转起来，它能够转起来，好，把这个低处的水能给运到高处去。好，这是翻车，翻车在民间开始广泛的使用起来了，灌溉工具用于灌溉的。好，出现了大量的这个玩意儿。刚刚我们不是讲到汉代的时候，就有些大田庄、大地主了嘛，豪强地主开始出现了，是吧？好，在这个时候呢，依旧是如此，尤其是在乱世当中啊，你总得有一些东西来保卫自己吧，对不对？好，所以出现了这个东西。好，大家见过吗？它有军事作用，同时呢，也能够起到一个维护田庄经济的这么一个作用。
OK 吗？这个是需要记的吗？我看看我拉没拉空哈，应该是没有拉空是吧 好，来我们继续往下走。手工业已经出现了灌钢法。什么叫灌钢法呢？就是在那个铁的基础之上，炼钢，而且生铁和熟铁不同的方式去锻造，造出比较更有韧性、更有强度的这个钢，在南北朝的时候，灌钢法出现了。好，你可以看一下生铁和熟铁，合在一起去炼。好，随后呢，还有这个，对，稍微你在旁边标记标记，补充一个东西，大家在旁边写一下，你就直接写在那个冶金的底下吧，你写个圈二，我们还是补充补充，因为这个考点呢，我觉得还是有点重要。好，尽管新教材可能把它删掉了，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重要的东西，还得写一写，叫做什么呢？叫做瓷器。瓷器，瓷器终于在这个时候呀，出现了白瓷。大家还记得我们昨天讲汉代的时候，说汉朝的瓷器叫做什么瓷吗？昨天我们讲汉代的时候，对，叫做青瓷，是吧？好，说当时这个技术条件有限呐，一出炉这个瓷器就是青色的，它退不掉。而现在在北边出现了白瓷，对，北朝出现了白瓷。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假设给你一段白瓷的材料，足以说明当时中国的经济重心其实还在哪里？中国的经济中心其实还在哪里？对，还在北方，是吧？甚至到了唐代，你知道吗？唐代围绕瓷器还会有一个说法，大家可能听说过，叫做"南青北白"。听说过这个说法吗？你们听说过"南青北白"这个词吗？南方以青瓷为主，北方以白瓷为主。所以你看，纵然到了唐代，你就这个格局都能够看得出来，北方它还是要发达一些，是吧？好，我们继续往下走，以后讲到唐朝再说这个问题，说说思想。这个时候呀，其实儒家正统思想受到了严峻的挑战，玄学开始盛行起来了。大家一定听说过竹林七贤这个组合吧？好，阮籍和嵇康听说过吗？或许在语文课上都学过他们的这个诗歌，是不是？好，其实就是寄情山水，逃避现实。好，最好是不要跟这个现实这个纠缠在一起。哎，你这是什么？门市而谈哦，好，门市而谈，好，OK，对，是的，好，佛教、道教开始大行其道，我们一起来捋一捋哈，把佛教、道教稍微梳理梳理，这个对未来很重要。两汉之际的时候呢，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吸收了佛和道的思想，逐步的本土化。大家在旁边稍微标记标记，为什么佛教会流行？第一个就是佛教的本土化，这个很重要。刚刚我们不是讲吗？以前佛教说四大皆空，对吧？你出了家，你就不能够有那些生孩子的行为啊，或者要剃头发呀。但是后来佛教徒发现呐，中国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孝，对吧？孝这个扎根在我们的心里头。因此后来你会发现佛经呀，明明应该是四大皆空的佛经，也开始跟你聊孝顺了。这就典型的佛教在试图让中国人接纳它，对吧？这个叫做佛教的本土化。那么一方面是佛教的本土化，另外一方面呢，大家写一写。就是社会动荡，这两个原因让佛教迅速的风靡了。社会动荡兼这个佛教在中国本土化。好，来再往下看，我们看一眼道教。道教是东汉的时候创立的。好，东汉的时候呢，山东半岛那边临海，大家我不知道你们在山东的同学有没有见过海市蜃楼哈？当时很多很多人他们不懂海市蜃楼的原理，一看这个海上呢，感觉有仙山，好，山上仿佛还有人活动，仙人。好，他们就说我们如果得道修行的话，也可以白日飞升当神仙去。好，于是呢，道教在当时呢也就出现了。来，再往后走，政府其实不喜欢佛教，为什么政府不喜欢佛教呢？因为当时劳动力有限，尤其是战乱的时候，对吧？好，如果一个人出家，就意味着我少抓一个壮丁儿，而且佛教的寺庙它还要占地，对，佛教寺庙还要占地。好，这个地被佛教寺庙占了，那我老百姓种地可能都地方不够了。好，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呀，政府他会去灭佛。好，民间有一些恪守儒家的知识分子，他也不喜欢佛教，包括未来我们讲的唐朝都会说，韩愈就旗帜鲜明的反对佛教，是吧？但是都没能够动摇佛教的这个根基。好，这个就不提了，我们继续往后走。文学艺术，好，建安文学以曹操父子作为这个代表，你们知道建安是什么意思吗？来提问，建安是什么意思？有同学知道吗？什么叫做建安？
有没有同学听说过啥叫建安？建安是东汉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的年号，对，东汉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就年号，建安元年，建安25年，是吧？好，但是我们都知道当时他有没有实权呢？汉献帝曹操处在一个什么状态还有印象吗？曹操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叫做挟什么而什么，你们听说过那句话吗？叫做挟什么而什么，曹操当时的那个状态。对，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吧？天子被架空了，所以一提到建安呢，你就有个印象了，他就是曹氏父子当年称雄的时候。好，来，我们再往后走，田园诗歌在东晋有陶渊明，他是这个田园诗歌的开创者。大家都学过归园田居，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30年，是吧？肯定都学过的。好，南朝的骈文和南北朝的民歌也很有意思。好，骈文就是对仗的很清楚的这个文字，因为那个时候人们写文章越来越讲究技巧了。豫章孤军鸿都心腹，心分一枕地接横庐，都学过，是吧？唐朝王勃的滕王阁序，他就这个骈文。南北朝的民歌呢，刚刚我们讲到木兰诗都属于民歌，以及大家从小就学过的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它也属于这个南北朝的民歌，是吧？好，来，我们再往下走，看书法。以前呢，人们写字呢是实用功能，我写字是为了实用，而到了魏晋的时候，这个很重要哈，书法从自发进入了自觉。什么叫自发呢？我出于本能在写，因为我要实用。而什么叫自觉呢？我就意识到我写的东西有审美功能，我可以写出来让你觉得好看，从自发阶段到了自觉的阶段。好，实用性就是自发，好，审美加实用就是自觉，这个一定要记住了哈。好，然后呢，行书，天下第一行书就是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序》，大家会背吗？应该是不是中学读语文课的时候都要求背过这个东西的呀？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因之兰亭，修习事也，应该背过，是吧？好，那么这是关于书法。好，大家把它记下来，我们再往后走哈。以后大家学的多了，就会发现在以前魏晋南北朝是乱世，但是魏晋南北朝是人的个性彰显的时候。因为以前呢，可能在两汉时期，所有人的个性都被儒家思想给压着的，一旦到了这个乱世，崩掉了儒家思想，所有人的个性全部就张扬出来了。对，张扬出来之后呢，书法也开始出现了，好，各种诗歌也开始争奇斗艳了，对吧？好，绘画也开始出现了。好，这个大家都写完了，我们再往下看哈。好，看到这个绘画的时候有谁呢？对，这是《兰亭序》，你可以看一眼。好，绘画呢，有这个天下第一行书，你都知道，我觉得都不用记了，是吧？好，弱弱的问一下，天下第二行书是谁写的，知道吗？知道天下第二行书是谁写的吗？天下第三行书是谁写的，听说过吗？天下第二行书是唐朝呀，有一个书法家叫做颜真卿，我们以后都会讲到他，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对，天下第三行书呢，我们以后讲宋代会说，苏东坡的《寒食帖》，好，到时候再说。对，苏东坡第三。好，来，绘画，绘画有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和这个《洛神赋图》，大家把这两幅图记一记哈，《女史箴图》和这个《洛神赋图》。这个图在哪里呢？洛神赋图可能还在国内，但是女史箴图在大英博物馆，就当年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呢给撸走了，所以今天你要看的话只能够去这个大英博物馆看了。你会发现在顾恺之之前啊，我们中国没有一个有名的画家，你数不出来。好，但是到顾恺之的时候呢，就是第一个有名有姓的大画家了。他提了一个特别著名的绘画的理论，叫做以形写神。什么叫做以形写神呢？他说你画出一个东西的形状来不是特别厉害的，关键是你要通过这个形状呀展示它的神态，对吧？好，那个时候就有很多这种以形写神的故事就流传出来了。后来在顾恺之之后呢，还有那个什么画龙点睛的故事，听说过吗？好，有人在那个墙上画了几条龙，好，人说你怎么不画眼睛呀？他说那不得了，画了眼睛龙就会破壁而飞走。好，人不信，让他强迫画，对吧？他一画果然就飞走了。
哈，就是强调这个栩栩如生啊。好，来，我们再往下走。对，你可以看一下顾恺之的这个好图，这是好《驴是真图》。好，来，我们把它继续往后走。石窟一书呢，有这三个，刚刚我们都提到了大同，对吧？洛阳都是北魏当年开凿的。好，还有甘肃的敦煌的莫高窟、千佛洞。对，你可以去欣赏欣赏这个，好，这个佛像造型像的艺术。好，我们来说说这个农学哈，这个请记住了《齐民要术》。北魏的贾思勰这本书呢，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农书，现存最早最完整。还记得我们昨天讲过一个范胜之书吗？好，那个很早，但是呢没有流传下来，是吧？好，我弱弱的问大家一个小的问题哈，你们觉得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啊？他总结的是南方还是北方，还是全国的农业生产经验？你们觉得呢？南方、北方还是全国农业生产经验？你们觉得应该是哪里？不是全国，令山请注意了，他是北魏时候的人，当时南北分裂，他来不了南方，所以呢，他写的是黄河流域。对，我们把《齐民要术》的四个关键词记住。他在北方亲身见证了民族融合，所以《齐民要术》啊，有很多中原人的种地的经验，也有不少少数民族的农业的这个心得，它体现了民族融合。而且他总结的就是黄河流域的经验，他没有下级到长江。以后我们讲了大一统的王朝，我们再说这个长江的事情，是吧？而且他还提出了这个常考，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去种地，去务农。好，这是《齐民要术》的关键词 洛阳也是北方呀，灵山，洛阳也是北方呀。中国南北分界线是哪条线？大家知道吗？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分界线是哪条线？有同学学过地理，地理好的同学知道吗？对，是秦岭淮河。秦岭淮河，洛阳显然是北方，对吧？好，秦岭淮河以南才是南方。再来地理上的话，有这个禹贡地域图，是西晋的一个地理学家叫做裴秀，他提出了绘制地图的方法。好，这个有托名大禹是吧？禹贡地域图，因为大禹在中国古代地理史上很出名嘛，相传大禹治水啊，奔波天下，把天下划分为九州啊，这个都是古代的传说。所以后世人聊地理的时候呢，通常都会把大禹的名头给抬出来。好嘞，我们再往后走，就陆陆续续收尾了哈。数学圆周率、祖冲之，这个都听说过吧？好，3.1415926到3.1415927之间，对不对？你们知道为什么当时很多人都叫之吗？祖冲之、王羲之、顾恺之。你看王羲之他的家谱，他家80多口人的取名字的方式一模一样，王差之，是吧？全这个结构。你看他儿子王献之、王凝之都是如此。你们知道为什么叫个"之"字吗？有同学能够猜得到吗？特别神奇的理由哈！好，猜到同学有奖。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当时所有名字的尾巴上沾个"之"字的，都表示他们是信仰道教的。对，都是信仰道教的。你可以想见当今道教的这个影响力有多大。就好比今天你看信仰佛教，我们一般看一个人，他可能他的名字的前头呢就会有一个，释字，这个听说过吧？对吧？叫释某某，是不是？好，这是今天我们信仰佛教的，他的名字的前头就是一个释。当年信仰道教的人，名字尾巴上就有一个之字。对，好，医学的这个肘后备急方啊，意思是你随时藏在那个衣袖里头，古代衣袖很宽大，你塞在这个里边，好，手肘后边。随时可以去好查阅东西，治疗疾病。好，东晋的葛洪写的，好，他的重要性呢，都知道。屠呦呦后来得这个诺贝尔奖啊，他或许就跟这个有一些启发关系，是吧？好，那么我们就最后收尾了。天竺高僧来华，大量佛经翻译成汉文，同时呢，东晋的法显西行也搜集了一些梵文的经典。这是关于漫长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数百年的战乱，我们就梳理完毕了。总结哈，整个朝代的特色就是混乱和融合。你把动乱跟融合吃透了呢，
这个朝代的很多事情的题目啊，大方向就定下来了。那么中间我们关注北魏孝文帝改革以及背后的经济土地政策，包括一些整个南朝的制度文化，他的那些田庄啊，他的那些这个士族啊、门阀呀，这下去熟悉熟悉。好，今天留的作业呢，跟以前是一样的，就是把我们今天第五讲的选择题全部做完。做完之后，明天白天大家一定要跟我对对答案，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说到这里了哈，下课休息吧，拜拜。明天见，嗯。